拍戏。起来，车坐。啊，李市长，俺郑老先生啊，俺各位第七届这个同心吼、哦、学员，大家阿曼啊，真欢喜，咱进入第七届啊，然后过去六届拢总有超过300个来遮接受第一遍的这个讲习。啊，每一个人来的时阵，拢有一挂无真了解的所在。来了，经过两天较加的这个演习吼，啊，拢对咱这个法律建构这个论述啦，就开始有一点啊基本的理解啊呢。啊，所以渐渐，恁因为吼。第一遍来是三天的，啊有的是第二遍来，吼、哦，啊有的是啊来第二遍，有的甚至来过那遍安尼，吼、哦，啊，逐摆来拢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啊学习的成果，然后等于就会当向咱的亲戚朋友，吼、哦，来传播这个福音，吼、哦，啊，咱拢知影，这个论述渐渐啊。已经在咱台湾，有真侪人来了解。同一个时阵，咱的相关的国家，美国可能比咱较着急。讲讲，你安那将台湾的地位来正常化，变成非常重要的工课。日本嘛开始来注重这个问题，啊，咱相信讲，北京的中国政府，甲伫台北的这个。那个流亡政府拢真了解，因对台湾的处境，甲对台湾的主张是空壳的，是假的。但是咱咧真了解，最近嘛发生一挂代志，予咱真无法度接受。第一件代志，我感觉讲，就是即摆吵甲足厉害的这个塑化剂的问题。啊，这个塑化剂已经30吨，啊，二十吨前，才几吨前啊，用伫咱的食品。甲饮料，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并无讲真加重视这个问题，一直拖落来，拖到就是三氯氰胺代志发生的时阵啊，毒奶粉事件发生的时阵，嘛无讲趁迄个时机来清查咱台湾遮济有毒的物的食品，哦，啊，一直到最近来爆发这个代志。然后足多人足惊吓，大家拢想，我至少拢有食到这个物哦，吼、哦，啊，所以拢会紧张，吼、哦，啊，会使你讲，这个物件伤害到咱台湾人的健康，台湾人健康受到伤害，从此以后哪会当拢卖去食迄个有毒的物件，健康会当改善，因为咱人体主动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排除这个体内的毒素，然后就恢复咱的健康。这较紧，可能一年、两年，上久嘛3吨、4吨、5吨、6吨安尼尔尔。但是这个问题较严重的就是啥？咱的心灵的创伤，哦，咱的文化的侵略加迄、那个，这个咱的语言的压迫，长期以来60几吨来受了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伤害非常严重，就是这个最近这个语言压迫，哦，就是蒋维文明仔要来甲咱演讲，这个蒋维文啦，哦，伊咧对这个黄春明这个作家，台湾作家黄春明呛声，咱所了解的就是讲黄春明咧演讲中间对台湾有相当程度的诋毁啦，看袂起咱台湾啦。一直咧捧中国的这个文化，捧中国的语文，外好都外好啊！所以蒋委员当然去啊呛声呢。啊，我伫报上有看了一篇文章咧讲，整个呛声的过程拢有录影，冇录音，
但是最后讲，就遐录音甲录音拢消失，拢无看呀，拢摕袂到我方看。啊，这就是吼，这地方政府惊大家知影，惊啥？知影讲啥？讲台湾语文学院这个蒋教授啊，所讲的是对的，所以伊继续我方知影，我有大多数咱本土台湾人了解讲。伊个语言的霸凌，甲这个程度，文化的侵略，甲这个程度，我看到这个情形，看到报社、哦报纸有咧定这款的政治的时阵啊，我有感而发，感想，所以伫拜日迄天啊，就简单写一篇文章。你讲，咱的语言压迫甲反压迫要安怎来进行？简单一张纸尔尔啦吼。唔是写足济，请大家甲看一下，爱心参考啦吼，大家做一下参考。就是讲，这个物件，我印两张尔。啊，这边大家传一下，啊，再个 post 到迄个墙上，给大家看。我主要讲，这真奇怪呢。两蒋时代，也是讲袁家干的时做总统的中间，在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死进前，你讲因为伊独裁者，也是讲因为袁家干嘛是奴才，以国民党的奴才、蒋家的奴才的时，伊无法度做任何改变，咱叫压迫，吼、哦、语言侵略、文化侵略，台湾语文拢歹互你用，你讲台语、讲客语。也是讲这个原住民的话，拢爱打屁股，也是讲罚钱、罚站。这咱可能会当了解，因为咱啊，哦，比这个军事检验，比流亡政府来殖民，安尼咱拢会当忍耐呢。像我做忍耐是讲，以后是话咱台湾人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做总统做20年，咱了有无法度改变这款的？文化的侵略，甲这个语言的压迫，这问题出在倒位啊？吼、哦，问题出在倒位啊？我这内底主要是咧讲，问题出在讲，咱台湾人已经去洗脑，唔知影真正台湾历史。你因为咱因为唔知影真正台湾历史，啊，拢想讲咱是中国人。我昨伫邦桥迄个高铁站啊。看到一个什么经典的这个展览，经典就经典系列展览，看一个有没有吐血，而且对上初早讲是过来千年以前，3-4千年前就发现讲咱原住民，咱用的物件器具，咱的文化的水准，悬到比汉人更加悬。但是讲到这个日本时代，哦，到完全结束，要结束这中间。讲古怪呢，啊，平埔族的又翕一个平埔族的查人爱囡啊，爱平埔族头上用安尼绑一个一束安尼，哦，这是讲，唔知英国人还是荷兰人用这个咱的笔甲画，用去粗粗的这个铅笔甲画图的画这个像，爱一个影安尼，讲这张像啊，变成讲平埔族最后留落来荷兰的印象。而且呢，讲什么？讲平埔族忽然对台湾消失，对台湾消失。啊，这平埔族的人，几若百万，日本时代，日本自1895年来到台湾的时候，要200-300万的平埔族的，哦，200多万的平埔族。安尼讲，伫未来，伫迄个经典的系列讲做的平埔族，伫历史上讲消失的无人知。安尼不是甲咱骗台湾啦？我底下说看一个吼，感觉足失望的。我想哦，经典系列可能真好打哦，把咱台湾过去辉煌的文化甲历史吼，讲到这尼啊，迄落咱所用的物件、器物、器具，用迄材料，啊，然后隔间一间一间，吼、哦，啊，厝内底有放咱的祖先的这个尸体，吼、哦，唔知安尼保存讲袂发臭呢吼，甲封起来安尼，吼、哦、啊。房间一间一间，什么人住多一间，什么人住多一间，啊，拢讲啊足详细，讲有啊，这款的当然比汉文化佮足进步的咧。啊，但是呐，喂，讲着讲平埔族的讲是台湾上侪人口的情况，
忽然讲消息，过来拢无平埔族的历史记载，啊，这毋是真罕过，啊，两百外万走倒去，原来两百外万的平埔族的，因为学着汉文，讲着汉话，咱本来平埔族语文怎啊袂记哩？哦，怎啊袂记哩？然后家己想讲，伊就是汉人啊，家己想讲伊就是中国人啊，唔才造成讲1945年日本战败时。因想讲，伊要回归祖国，伊本来是战败国的国民，所以一夕之间，变作战胜国的国民啦。啊，这不是真荒谬？这是咱大多分子，甲今要我都写过来，脑筋要我都写过来的问题。哦，我伫最近应该是4月23日，伫师范大学报告一篇文章，讲李登辉的志业，甲伊的贡献。那篇内底讲着讲，李登辉伫1945年战争末期的时做什么代志？伊发生什么代志？伊迄阵本来有倒来台湾训练，接受军事训练，伫要出战的人，而且人唔知什么原因无出战，怎啊阁转日本？伫日本的时阵，伫迄个所在，伫东京的所在，甲一挂东京的留日的一挂台湾的青年来做伙。战后的时候，很多台湾青年都很欢喜，欢喜说不是台湾要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是欢喜说哦，中国来啊，我们要回归祖国啊，所以祖国派都认真地读什么？读中国之命运和三民主义。我们知道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写的、哦啊、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写的，都在研究的，但那本册里面是贾崇明写的，他说、哦、没看李登辉在那里研究这个秘，没看李登辉在那里研究这个秘、哦啊、所以我们可见说，那当时台湾人的留学生青年、啊、20几岁的青年有30000个，结果有8000人欢欢喜就回来回归祖国，回归祖国没多久，1947年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台军这精英剩下这人无死这人呢，迄款的内心的痛苦、后悔，已经来不及啊！啊，这人在日本读书的时，并无看清讲整个国际局势，啊，无就是讲伊是一个日本国民啊，安尼才害啦。伊阵呢是讲啊，我都认同日本，经过日本统治了，我认同日本对中国吼、哦、有了解，对中国有了解，就袂来迷惑。未安迷惑，安尼心就未想讲伊是中国人，啊未想哦，战后心你本来战败国国民一分子，结果煞变作想讲伊家己本身是战胜国一分子，啊想要甲人分好康诶，结果倒来是哦，去红台去红台，红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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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这个是个挫折以后啊，才开始讲哦，唔得了了去安尼，应该啥主张独立，哦就开始独立运动啊。如火如荼开始独立运动的时候，甲即当阵对1947年甲即当阵足足都60冬以上讲，啊，咱台湾人怎啊？确实，那像讲摩西带这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来到迄个离开埃及以后的时候，伫迄个旷野底下咧踅来踅去，咧辛苦，同款，咱即60冬过的日子啊，差不多是安尼。啊，拢足侪人也袂真大个觉醒，即就需要咱各位直接接受研训以后，爱认真去传播咱的主张、甲咱的论述，和咱的一挂亲戚朋友拢来了解、来接受这款的训练、来接受这款的演习，安尼，和咱大家在心理上、精神上、知识上，拢会当较健全，做一个咱台湾未来主体。建国的尖兵，哦，这是咱足希望的安尼。回过头来看李登辉执政的12冬，伊即摆哦，主年的时候，应该今仔日应该算主年啊，都2009年的8月9日的时阵，可能10月哦，我迄阵去见到郭金龙，伊甲讲，我最近有拄着李登辉哦，啊讲，老先生最近安怎安尼？因为身体健康是还好，但是精神并不太好，啊，什么精神不太好？
因为伊感觉台湾真危险，感觉台湾吼真乱，真烦恼，啊，感觉讲台湾拢无政治人才，通来挽救台湾。啊，我就甲郭金龙讲，啊，伊迄当阵执政十二党的时阵，伊就无看清台湾的真正的面目，然后伊拢捡便宜，用蒋介石留落来遐国民党遐，吼、哦。人员官员完全无使用到咱台湾，无栽培到咱台湾本土的人才，所以即摆伊官谈讲，伊离开国民党以后，上面无资源，上面嘛无人才通用啊，所以伊想要为台湾国做些什么代志的时阵，无一件代志做了顺利的。哦，咱甲看，伊首先出来做台联。伊当阵黄祖文要出来做台联，啊，本来是伊心内要想啊，要找萧万长，但萧万长无迄个胆量啊。萧万长惊伊讲，我若出来支持你，你认为啊，我伫国民党即个遮吼，遮大坑的代志吼，伊甲挖出来，我就未看口了咧。所以黄萧万长，他们萧万长唔敢先找来找去，找到黄这个因迄个台联啊，找到这个黄祖文，啊，黄祖文参黄慧珍啊。去找李登辉，找两三届、三四届，啊，拢无结论啦。听讲是李夫人、曾文慧女士真反对伊，佫出来插政治，伊讲啊，就退休就退休啊啦，无做总统吼，啊，拢莫插代志，安尼两年过日子，好好啊来吼、哦、养老，安尼就好啊。所以一再反对伊出来挺这个台联，吼、哦。我迄当阵已经伫拄2000年的10月15，我就离开桃园县政府，啊，然后心肝一直想讲，台湾问题真是要安怎？内心嘛足着急，吼、哦、啊！爱心，咱知影伫2000年的这个这个选举啊，变啊当选了，啊无偌久伫秋天的时候，就发生这个核试事件。啊，就乱干呢啊！啊，所以咱心肝嘛真着急，讲当乱干呢，安尼乱落去，四年后啊，变啊绝对惨的咧。哦，咱本土政员就惨啊咧。迄个时阵哦，也唔知哦，这个法理论述。所以伊的心肝哦，你顶回讲的是对的，就是讲有一天咱也是正名正行，台湾就变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啊，所以拢支持伊这个观念，一直努力咧想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我10月15离开台湾县政府的时候。我等于装卡，啊，拄到这个张顺南先生，又甲讲啊，你安尼吼要做禅唔好啦，我就怕算要等于做禅啦。我已经伫装卡吼，已经进修啊，吼、哦，就讲要来做禅啦。因为安尼无彩，你啊就无彩，你这个人吼适合来选举，吼、哦，你何里紧张起来先吼，讲话吼会惊人啊呢，吼、哦，会有迄个煽动力啊呢，你唔通全去做禅，拢卖插代志啊。讲啊，我都无半辈了，也、啊、无钱呢，也、啊、无人呢，因为我甲你教，吼、哦，选举免开钱，吼、哦，你就是用迄支嘴就好，啊，你用实际行动就好，安尼，啊，无人，人就自然来，无钱，钱就自然来，啊，你免开足侪钱，哦，啊，伊就一直加高咧，一直加高咧，啊，我就开始有影咧，真正开始准备咧，就开始研究要安怎拍选战，哦，我就读足侪选战方面咧册，一文章，我就甲做笔记起来，就开始拍字做笔记起来，安尼。啊！一直到这个4月中间啊，我感觉情绪吼应该吼真歹。这台联这个物件报纸有写的时候，啊，拢未当组成哦。我就感觉讲安尼真无彩，那无组成就无彩。我怎啊个？这个苏志成打电话，我讲苏志成，啊，你有啥代志？我讲吼，你吼，我若过会前就讲要甲安排甲你电话见面，啊，若到这阵拢无消无息啦。哎，我歹势咧，一日无闲，怎啊袂记？我过来想看下，搁找看伊的资料，看当时有方便。啊，落去现来讲，无安尼啦，你4月7日来啦，吼、哦！啊，我来甲讲，你4月7日要甲伊讲话呢？啊，你要甲伊讲啥？我唔知，我到时才讲，我当然袂伫电话甲讲啊。吼、哦，我讲，我到时才讲啊呢，我去。见到李玲，我讲，老师，你都要出来支持台联，你出来帮助台联。台联后面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人物，大声的，
来给他真心支持，他才有办法组成，才有办法影响力。啊，如果不然，这样乱就乱到2004年，本土政权绝对输去。啊，如果输去的时候，上衰不是陈水扁，也不是李秀莲，上衰有一个人，那人会去踢出去，会去驱逐出境，放逐到国外去，我都在台湾老死呢。哎，伊讲伊嘛咧想讲到底是啥呢？讲迄人是啥，你敢知？哦，伊点点，讲老师，迄人是你呢？迄人是你呢？台湾若个去，若本土政府若去输去吼，啊，有国民党的人，不管啥物人，不管连战啊、宋楚瑜啊，是马英九当选的时吼，大家拢同款哦，无改变，拢真艰苦。但是你会上歹过日。你有可能被放逐出去，所以我说你一定要用心来支持这个台联，来收拾啥？收拾对国民党不满，而且对民进党也有意见的人，收拾这个中间选民，这样是你就有成立一个局，一个局面就出来了。这局面出来的时候，你也将要卖光话题，你将要关键性的立法委员的时候，你就要影，你就会当影响国会的决议。阿联心哦，你都有力，阿要改革都可能，阿买当维持啥？维持2004年本土政权，佮继续执政。阿慢慢的落去哦，四当、八当、十二当、十六当的心哦，上都消防去啊！阿上个消防，佮过都无人啊！我迄阵无想要挽救，佮过无人啊！阿咧台湾都正名正言，就绝对成功的，你的理想就达成啊！啊，台湾人就安啦，迄种想安尼啦。哎，听听的吼，拢无讲话咧。想想的想讲，无我再去想看卖，无我再去想看。我哎，安尼老师你若讲要去想看卖，表示讲你对我所讲的有赞成。那安尼我要安尼甲你配合，吼、哦，我这个错误人要安尼甲你配合，咱才会来和台湾转危为安啦。安尼，哦，伊就甲我讲，我，你就落去选立委吼，啊，我来甲黄祖文讲哦，哦，啊是，你若出来选立委的时候，即嘛是一个开始咧，无过去咧，哦，做局长做我遐出色，啊，拢无一官半职通互你做，安尼吼，无你啊选立委就下个，啊，我就从啊开始落去地方落去基层咧走动，落去彰化县，拢总走五档啊，伫基层走五档，结果因为吼。我拢袂晓送礼啦，读册人吼、哦，各地啊拢空空吼、哦，不算计都咧开钱啊，去开销吼、哦，哪咧开水呢呢？吼、哦，啊我就请三个人一个月6万啊呢，6万啊呢，啊我的西车开了，佮阮太太摕100万来，佮开了，拢无提名啦，两届拢无提名，吼、哦，拢总开偌济啊？迄几档内底开600万啦，两届拢无提名。啊，当然详细的历史爱佫讲较详细，即条卖直接讲较济啊啦吼。这是茶余饭后伫讲的，我讲两届拢无提名，干2000多万呢？李登辉甲讲，两边拢无甲你提名，安尼唔好。你吼2000多万你选馆长，吼、哦。啊，结果我讲哦，馆长唔是简单嘞，我要选馆长爱入去去研究者过来。基层阁走看卖，我从去走一个月了，我讲王金珠一定输的，因为伊伫花博创了做歹，吼、哦，得罪足侪台中华人，所以咱若出来先吼，无赢的机会，甲不是伊输去，讲偌咱家害死的，啊，变成咱就爱食罪的，我讲安尼卖，吼、哦，咱暂时忍耐一下，啊，看4年后的情形安怎，啊，所以我就无参馆长就无选。我讲这段故事要大家听，要了解就讲，李先生，我的老师，我对25岁对那个倒拍天下写文章有诶无？像这款的文章，批评界文章，唔敢用真名。你看我这种假名的啦，写这款文章未使用真名，无电话一直卡来甲你讲啊。我有一届吼，就讲起来嘛真趣味，因为我伫替李登辉写文章时用笔名。那三字啊，继续用，用到
阿扁的政权的时阵，继续用，用到2006年，这里、个、这红衫军迄个代志的时阵哦，我拢去甲一寡内部甲显现出来，因为我足知影到底内部安怎斗争，用迄个笔名继续写一篇文章。立法委员是安尼惊吕秀莲，立委为什么怕吕秀莲？啊，写一篇文章拿出来，要求啊，迄篇文章讲。三字都一个教授的三字拢完全共款啦，三字姓甲名完全共款啦。啊，迄教授因兜吼，去用卡电的卡挂位一个骂啦，骂迄个教授啦，骂因太太啦，骂因老母。讲做你是安写这個文章咧批评阮的立委，你就知影我咧批评咧讲啥物人立委啊？安尼歹，安尼歹，安尼跳好空的啊！安尼吼，伫这个政治斗争内底，无必。讲公正的话，不要讲良心话就对啦。傲慢的话，你讲傲慢的话安尼哦。哇、哦，啊，迄、那个教授哦，受不了，怎啊，打电话去报社，讲这迄、那个人是谁啦吼、哦？是安用我的名做伊的笔名啦，啊那拄安那啦，阮兜去用骚扰过话啦吼。暗时十二点嘛，我打电话来啦，有诶无诶咩吧？只有阮太太伫要起笑啊，那拄安那叫迄个报社，讲这何以我的名真名安尼啦。啊，报社讲袂使。即吼、哦，哎，阮有责任吼、哦，保护这个作者嘛，所以唔敢讲咧。阿公，阿你无最后讲，甲讲阿无安尼啦，你打电话迄个人，迄、那个作者啦，讲吼，后摆唔能够用这三字做笔名，因为佫拉落去，阮兜厝顶叫掀起啊，叫遐人掀起啊，遐歹人掀起啊，新潮流遐你位啊，甲掀掉呀，会甲你甲讲啊，你有无啊？我讲啊，足切切，足艰苦咧，我听着足歹势，我足歹势怎啊？一篇文章一个批评，一篇文章一个批评，照常阁继续批啦。即我讲啊，这篇文章是用这个批评啊，那么阁写这个文章，下一篇阁别个批评啦，互人掠骨走皮，找袂着，啊无真麻烦。一工甲人打电话来骚扰你，伊人阁有勇敢，阁有钱呢，吼、哦，伊来找一寡啥，一寡迄个部队吼，迄、那个英英先生咧，听讲吼，找迄款来开卡破相的吼，无职业了嘛，好钱嘛，啊像那这借电话你咧卡，一直卡呢。有啊，我一届吼，嘛接到一个电话，高雄的啦，讲说伊残障啦，哦，来甲啰嗦半工呢。我讲是啥物代志？我啊，你写一篇文章，我来多呐，要甲我讨论呐，哦，啰嗦半工啊。我才知道原来如此，就是安尼啊，就是有钱哦，会当筛死筛鬼嘛，吼、哦，来拖磨嘛，吼、哦。所以先吼、哦，咱是弱势者，因为吼、哦，学者是足无路用的，学者，你知啊？学者是。手把刀白鸡，迄鸡咧跳的时候，伊都抓袂住啦。鸭咧跳，伊嘛抓袂住啦。手无缚鸡之力，吼、哦，而且不插细数，吼、哦，啊，讲大部分拢是自命清高啦，吼、哦，啊，所以吼、哦，我较无敢讲，因为我做产出身的吼、哦，我就开工伫基层猛走，甲人拍交道，安尼先较了解咱整个社会这个动脉脉动就对啦吼、哦。啊，我安尼讲起就是讲了解讲。做一个这个咱的公民社会一份子啊，未使无正义感。啊，我过去啊，我较有正义感。啊，正义感这中间啊，看到不满的代志会讲话。早期批评国民党，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啊，咱本来一直甲维护，一直甲维护，哇，维护到尾个时，听到足侪消息的拢负面的嘛。哦，可能大家拢较唔知。我现在消息负面，拢跟我讲，就有信心讲这是正确。因为政府体制内底真侪拢李登辉的人啊，啊李登辉人的心哦，因就去传落李登辉。李登辉感动酸的心，那教的心哦，会教伊幕僚听，一叫幕僚听到，会来甲他传达。啊，所以我讲，哦，原来有这侪秘呢，原来有这侪物件。所以咱讲哦，足侪政策，会当好食人好康的，好食人歹康的。另外一个政策是嫁人好康的，嫁人歹康的，哦，所以这个政策这个物件哦，一定要徛在这个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所以咱将来咱民政府爱做足的政策的分析。哎，讲到政策分析，我今天是在杀青一篇文章，哦，我个定做咱台湾民政府政策研究中心的 number one 的研究报告，第一篇研究报告，是讲台湾的农业。的现况，甲未来应该变来发展一篇文章，阮三个人执笔嘛，三个人写啊，我写写万外字，啊，另外
另外两个人瞎扯蛮话是安尼。哦，将来那搁在咱民政府那哦审阅过了，审阅经过审阅，啊无问题了，咱就要甲印做这个咱的专题哦，专题研究报告，我大概做参考。所以咱看，这个改革唔是简单的。这个我长期咧研究政策吼，财经政策，而且老嘛跨越到啥，这个跟财经有关系社会政策，那是讲社会福利的问题啦，吼、哦，啊是讲土地政策，吼、哦，啊是讲这个教育政策，拢有跨领域去咧观察这下问题的时喏，刚讲政策的分析足重要，咱将来咱呢。民政府的官员嘛，拢爱认真来研究甲政策有关的物件。要甲研究政策有关的物件，嘛是爱哲学的观点、哲学观。哦，迄哲学甲咱教讲啥？安怎做？要安怎做？才会使你讲这个社会公平甲正义会实现。啊，所以这定政策的时阵，伫哪呢？哦，要朝我这边较好，还是要朝我这边较好？这有一个标准的咧。哦，有一个标准的咧。所以咱将来啊，咱不是干咱演习会尔，将来那任何政府官，起码任何政府官，几位厅长以上，政府官甚至郡长、哦郡守，拢爱来接受咱的这个三个月一期的初级班、中级班、甲高级班的训练。哦，我个想中的三个月一期是讲一礼拜一天，或者是一礼拜两天的这个上课。啊，甲你做一个基本的训练，吼、哦，基本观念的训练，啊，甲台湾历史的这个授课，互咱大家充分了解台湾历史是安怎，吼、哦。犹太人讲，唔知影家己过去历史，就无光明的未来，这足重要。所以类似这款的训练班，咱希望讲今年九月还是十月，都要开始办三个月一期，三个月一期，啊，差不多希望讲最少一礼拜上一天，对早时啊九点上课，上啊。下晡时啊，四点啊，五点啊呢，哦，安度只六七点钟、七八点钟的课程哦，一系列吼、哦、的理论甲实务的课程，而且呢，教咱大家变安尼去观察这个政治现象，教咱政局吼、哦、政治现象以外吼、哦，一寡，即唔得几点啊？即、那个，迄个是七点半，哦，另外迄个时间，哦，看我迄个较慢。哦，三几分啊啦吼！我想，遐要你到七点半，较看到七点半。啊，所以吼，就是讲，咱爱接受这款来训练的时吼，自然的，咱咧看报纸就知讲，这是咧有数的。像即我咧看报纸看看吼，足侪拢甲咱骗的。哦，特别是参加咱的法律结构会议后，才了解台湾的真相。这个国际法内底，哦，真侪人唔知讲。这个台湾的地位，啊，甲台湾人将来变来处理，讲本土台湾人甲唔是本土台湾人变来甲瓜分啦，啥拢无呢？前一天嘛是只拜二的款，我参林福顺的国际法教授呢，啊，做会，后一个朋友咧甲问讲，林教授，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呢哦，将来台湾若是变成一个国家的时阵吼，啊，外省啦，伊讲外省的吼，因为伊本身的中国人啊。用这一般来讲的外省的这人吼、哦，吼、哦，将来伊的地位是安怎？林教授甲讲啥呢？将来当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啊。甲咱搁深一步去，进一步去分析，啥物款人才是本土台湾人？啥物款人是一个流亡政府的一分子？啊，伊要变成台湾人，伊有一个程序。哦，差足远的呢，差足远的呢。所以我刚刚讲，我足幸运的，我甲大家各位同款，真幸运，一旦这个时阵，就听到这个福音，了解讲，哦，咱原来是被殖民的啦，哦，被统治的啦，哦，爱心，因为中国人，这流亡政府，这人原来就是殖民者，哦，军事占领者，那是被占领者，啊，就不停地讲，一个扭曲历史事实。在1952年进前，甲1945、1945年中间，这个中间，美国搞错了，哦，搞错了。伊无想讲中华民国会遐尼啊紧就去用踢出来，对这个中国踢出来，啊，变成一个流亡政府。
啊，所以是那种的睁眼闭眼呢，说实话吼，荷兰台湾失去主体甲建构的这机会，所以甲即摆都荷兰六十档安尼来没收就对啦。啊，讲到六十档没收，不是讲这六十档，我讲对历史来看起来，咱对三四百年前就拢外来政权，因为咱本土，咱这个台湾岛这族群啦。平埔族的啦，还是讲这个其他九族吼，即个这个原住民啦、啊，拢无产生一个大的政府。有啦，有讲这個大大王吼，历史上有人咧讲大大大都迄个所在有一个大大王吼，但大大王伊所管的嘛是大都吼，中华大量去口音尔，也无扩散到南北去啊。迄阵人阁少，所以并无成立一个真正一个太阳帝国啦，无成立啦。这是可惜的所在，所以变成讲咱台湾人长久以来，虽然讲历史有五六千年，七八六七千年啊，你要远溯到迄个旧石器时代时，可能六七千年，咱台湾人就伫遮咧发展啊咧。啊，但是因为无建立国家，拢是部落，拢是各部落不互相同属啦。啊，所以变成唔捌建立一个国家，唔捌建立家己政府。啊，即摆时哦，现在只能到这个程度啊。咱渐渐目标就是要来建立咱家己的政府，咱家己来统领咱家己。这个过程真正长远，阿嘛是真正紧，哦，真紧。我这两天利用火车来回南北中间啊，看一本书，叫做《天择》，天在选择。这本书《天择》在讲啥？犹太人的故事。犹太人对三千多年前的时开始一直到这中间，在2100年的时候，灭亡，国家灭亡啊，全流落四方安尼，流落四方，对五世纪一直到21世纪拢去用欺负，去用贪来贪去，去用抬来抬去，上严重就是这个希特勒，希特勒一直在第世界大战中间啊，害死六百万的犹太人，啊，所以就是正因为讲还死了百万的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流落各方的这个犹太人啊，真迫切需要讲建立家己国家。哦，有一个叫赫佐，哦，伊伫1860年左右的时候啊，就感觉讲哦，去欧洲各国安尼抬来抬去的时候哦，赶来赶去的时候哦，唔是办法，伊感觉讲应该爱有建立家己一国家的这个需要，所以伊就写一个吼《犹太国》这本书。你鼓励犹太人啊，爱家己建立一个国家。啊，透过这本册的时呢，又建议讲，看是咧巴勒斯坦，还是倒一个所在哦，来找一个所在来买这个土地。啊，渐渐咱犹太人搬入去所在，人口增加，甲无一个程度，总会当建立一个国家。啊，这个理论啊，论述啊，得到足侪犹太人的赞成。所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咧努力，的时候，然后甲战后的时候。才建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看来真令人感动啊！哦，真令人感动。当然，今日嘛无迄个时间真详细讲这个物，但是我咧讲，咱台湾的四百多年哦，去用安尼欺负，去用压迫哦，这是咱每一个现出时，每一个人现出时活伫这个时阵的人，诶，本土台湾人。拢爱像犹太人安尼，每一个拢感觉讲建立国家是咱的责任就对了。因为遐努力，因渐渐对几千人安尼搬去个这个巴勒斯坦的时阵啊，建国时才65万人口尔呢，即摆超400多万啊，较无500万。哦，那你看出讲哦，因为伊有痛定思痛。想到去有宗教迫害，哦，第五世纪开始宗教迫害，过来是伫欧洲的先去用台，然后伫苏联那边去用台，啊，台来台去的时候，人口拢无多增加，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要将近1800万人的时候，干来伫迄中间就害死600万啊，害死600万，啊，所以哦，因建立国家的时候哦。经过以色列了，每一个人就振奋。咱相信有一天，咱台湾人来主地，然后建立咱的国家，咱会像犹太人安尼，非常发展，
因为咱过去每一个人足认真，但认真的成果啦，拢去有鼻通的者来甲咱剥削去，互咱吼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大多数台湾本土台湾人，拢生活伫这个生死的边缘，边缘啊，生死的边缘啊，哦，无政治权，无政治权的，你若要有政治权的，你就要去出卖咱家己的同胞，做教别啊，啊那无法度出头，做歹代志，哦，该贪污腐化，哦，这按这当方伫因迄个体制内底，哦，渐渐一步一步来担任官职，哦，啊那无心。你要在那个统治者的这个制度底下要生存要发展非常困难，所以咱希望有一天咱这个理想一定达成，啊，咱每一个人在这个所在一定要将台湾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责任担在咱的肩头，那这样咱的未来就非常光明。咱今天是很高兴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咱第七届、哦、当然比第六届较少啊，因为这两天足多人结婚，哦，这个喜事足多，啊，所以真侪人因为喜事关系，我都来参加。另外，后礼拜拜，阁是端午节，连续三天的假期，哦，足多囡仔拢会回来，哦，家庭拢会聚会。啊，因为这个聚会关系，说实话，无来参加咱这个研习会，哦，那像咱母亲节同款，人也介少，不过无要紧。过这个日子以后，咱人就会阁增加，人就阁继续增加。啊，咱一定唔能放弃咱的理想，一定唔能放弃咱所行的路。咱希望讲，咱的目标早日来达成。那么相信，这个日子已经足近啦。多谢各位，谢谢。八十三分钟了哈，八点咱准时过来开始上课哈。
春开上雪花蕊，为我不惊人寒风，是天上飞粒星，为你我不惊遥远别人看。春天的春天的花蕊飞山边，有你才有好天气。
一段坎坷和尽改，泪丝永隔太平洋，但台湾我没伤。一片激烈爱，几句台湾的不安，台湾山的大大火车的不情的平安，真是真是天气不平，拼烧无情，拼烧伊嘛不知一日啊一日啊，这就是咱台湾，台湾不落山，台湾不落山。早安，波罗山。早安，波罗山。Thank you.
个研讨会，这才是非常难得，对唔捌吼到捌啊，中间有诶熟悉面哈，哦真济啊，大家拢足热情。啊，我才是较无热情啦哈，拢无头到尾，因为我诶工作吼才是较特殊哈，拜六礼拜上无闲诶。但因啊，我那爱感谢咱的秘书长，原来这个时间是伊诶啦啊。啊，因为我，因为我明仔载无闲哈。那啊，咱的这个，通讲是学部长哈，啊，甲咱甲我好一个题目，啊，叫做认识台湾民间信仰。其实我甲咱讲一个民族的意识的形成，的确有几个条件，上要紧吼，咱都只在中立大神有讲这个历史。台湾人就是欠缺家己的历史。过去咱的主题所读的拢是中国的历史，啊，甲中国的地理。你若问讲台湾上长的河流倒一条，伊唔捌；中国倒一条，马上讲中江黄河，迄无意思。中江黄河甲台湾是有啥物关系啊？啊，首都伫倒伊啊，伊袂讲台北、南京啊，鬼怕着啦！南京，人北京你咧讲南京啊，所以这种曲解历史。啊、台湾啊，中国几省、三五省，闹样？中国二十二省了呢，哦，啊，两个伊阿支一个首都，拢曲解历史，所以咱所教的历史吼，咱所学的历史拢是假，啊，用这款假历史咧骗台湾人，已经骗六十几人啊，哈，啊，所以历史就要紧，对历史会当知影这个啊，这个民族的形象，哦，啊，甲民族的这个价值观，我足钦佩阮的这个老兄哥啊，逐期伊都拢来参加啊。啊，所以足感性。拄则咱的总理大臣有攻击犹太人的代志，啊，我念伊可能有一本册会出版，摩西甲犹太教啊，又提起几啊项代志。犹太人这个民族是非常奇特，伊建国的前后不过四百年，啊，对摩西以后，对约书亚以后到史书时代，到底扫罗哦，连那王国扫罗王。代表王色文王联合王国三代对他的孩子开始南王国北王国分裂，然后北国就给这个以色列国是较繁荣十族未经未就给这个阿斯特国灭掉，所以去南王国因为较未那个所在很干净的，一直到公元前580年有哪是德国、啊、北王国是公元前721年，我们德国和这个阿斯特国灭亡，巴比伦帝国是586年都无国。后来700年后波斯崛起，啊，所以波斯帝国就继续用这个怀柔政策对犹太人好，让伊回去伊家己的故乡哦，的一个自治区啊，底下啊会当独立，但是无国哦，无国，至少比台湾人的现状，目前的现状较有尊严的呢，无国。后来经过希腊。起来，将波斯打倒，希腊人搁甲管啊！犹太人拢无国，吼、哦，非常懊恼。但是犹太人伊个团结方式，第一历史，第二宗教啊。所以我是教宗教书的人，我足清楚伊个宗教。摩西足厉害吼，讲到这时，我先煞提起，这个摩西，伊是伫做奴才，以色列人做奴才时吼。哦啊，伊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囡啊！伊做奴才中间，伊爸母生伊，生的时代都是历史上第一个反享族运动啊，安泰什么的人，第一个反享族运动的时代，伊就是叫法老王，这个埃及王的政策就是，见那罗岗生的后生，因为拢生后生，未生查囡咧，啊，生遐侪将来会反抗嘛，哦，这罗、個、列民族会反抗这埃及人，因为迄个时。犹太人已经在埃及做450年的奴隶哦，不是做45冬哦，我们台湾人做60几冬啊，哈，因做450冬哦，啊，所以这个囡仔出世的时候，啊，都足幸运啦，爱落雷泥落河死，结果无死，我发热的查某囝，啊，甲捡伊做囝，会当做王子，所以你若看见这个十条街吼，这个十街天堂面那边就这电影，就讲啊足清楚。啊！伊做王子了后，40冬有民族意识，有自己罗看见这个埃及人咧欺负伊的同胞，当头啦！啊，因为伊拢做罗工啊，伊安尼
马上吼安尼，迄、那个民族意识觉醒。我虽讲是王族的时阵，不过我血所流的是奴隶血。今仔日台湾人有这款的意识吼，国民党早就倒啊，就是拢无。哦，像吴敦义啦、吴伯雄这個，迄拢做中国奴惯势啊安尼吼。啊，结果无些民族意识觉醒了后，将这个欺负伊的同胞的工头打死呢。啊，所以历史上有神还是伟人，拢打死人，拢杀人犯呢。关公就是打死人的，哦，你看历史，关帝啊，台湾人咧拜迄、那个、迄、那个关公、文殊公吼，摩西就是打死人。啊，打死人出破，啊，逃亡到伫美甸的旷野。你做啥物？唔是做王子啊啦，啊，即马做木匠、饲羊，因为是游牧民族嘛。几年做王子四十年，做木匠四十冬，但是伊伫遐想出一个要安怎样救伊个同胞的方法，我感觉这个可能对咱有关系吼，哦，因为伊个丈人是一个宗教领袖，叫做耶稣罗、亚铁罗。伊底下开始做比较宗教，伊讲我若要救我的罗勒同胞，我爱回一个宗教。啊，这个宗教唔是像埃及的人心动物头，你有看去埃及的古宗教无？人心动物头，阿努比是这个山高头哦啊，这个 tops 人心木鱼头。人心罗子头，你若研究埃及的宗教，你就知啊。太阳神的人心骨头，哦，人心人头，哦，这种怪物。所以摩西想一个问题：这种多神信仰，这种人心动物头啊，太阳神本身就是发热，发热王啊，这款的神吼，哦，未保护我的罗列民族，拢在欺负我的罗列民族，所以这款的宗教无路用啊，无路用。伊对个丈人学一心论的宗教。后来，这个一神论宗教要安那样，和耶罗的同胞办，用祖先啊。如果咱的祖先里头了，哦，咱的祖先就是阿伯拉罕，就是以撒，就是雅各。所以我写五世界犹太教，拢是咧讲这个民族意识的故事。哦，安怎回去？四十年后，就是改朝换代啊，摩西回去，将这款的意识帮咱同胞人民讲，哎呀，这款一神哦，我列咱的列祖的神哦，甲咱做伙呢？甲咱这受逼压迫的人徛做伙，安尼这个埃及的神都无路用啊，唔免拜，我咪拜这个一神论的妖化宗教，哦，安尼，啊，从因为这个宗教而被提升因这罗勒同胞的民族意识，啊，然后引出来救，啊，引出来，啊，出来救有经过真大的奋斗，因为埃及王本身是一个神格，哦，皇帝崇拜嘛，是太阳神的化身。埃及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迷信，宗教家是比王室较低级出身的人，也要变巴戏，也要安尼惊神家的人，皇帝拢惊，法老拢惊，因为伊是这个神通嘛，哈。啊，摩西的哦，眼光啊变作蛇，一变巴戏，会惊，所以埃及王听伊的话，最后就出来救。当然出来救过红海，迄拢是信仰古言啦，哈。因为海对这个游牧民族来看是一个苦难的上顶啦。啊，躲过这个苦难海，啊，得出头天。但是摩西完成这个带罗列同胞出埃及的使命了后，就是自由 （freedom）。请咱台湾人会记得，咱要追求自由，追求建国、法律建国。自由的代价，各一边的痛苦、的苦难。自由的代价，以前来讲，遐个流浪，唔是有肉通吃，唔是有水通啉，是各一边的艰苦。啊！伫个艰苦中间，苦甲有当时啊，几啊顿拢无食啊！啊，干那啉水，大细囡仔拢安尼生。有一栋的人就起来反对这个摩西。伊讲摩西啊，你叫阮自由，有影咱自由啊，问题唔免做劳工，唔免做人的奴隶。唔过自由奈遮艰苦，无肉通食，无水通啉，苦几啊日啊！安尼流浪呢，啊，拢搭天道呢，我连上帝嘛都像动物共款刷来刷去呢。哦，天道真艰苦啊！所以吼，哦，阮要阁回去埃及做奴隶，回去埃及做奴隶，偌好康咧，生活安定，有工头通做，可能退休后18%通领啊！哦，足好诶！啊，所以阮苦未起，阮无爱。有一栋诶人是安尼生哦，吼，哦，所以自由诶代价就是无水通啉，无肉通食。啊，台湾人吼，哦，今日足侪中国奴啦，啊啊啊，嘛是两款诶阶级啊。军工搞人员，迄就是中国路啊！啊，伊是特殊阶级自由民啊！啊，咱这唔是伫公家咧食头路的人，
安尼，逐针的钱拢甲咱扣甲够够，迄所得税拢走袂去。我以前伫新南医院做25年的先生，哦，专职的，逐年拢爱交10几万的所得税呢。因为我伫遐上久的吼，35岁伫遐做工师，一直升到做教授安尼。啊，60岁我都无爱买大，啊，都赶紧离开，因为我唔是读神学嘅，啊，是宗教书。啊，所以犹太人，安尼摩西到伫旷野佫饿40年哦，苦40年，有进入加勒书店无咧，这历史无咧。最后，什么人替伊完成使命，用游击战的方法，所以世界第一个游击战的英雄的天才就是约书亚。弱手啊！所以这游击战的发明者也是犹太人。伊安尼慢慢啊用一个渗透战术，将这个巴勒斯坦一族一族吼，武器啊刀啊比人较少，钱啊比人较少，也无战车，安尼慢慢啊甲渗透啊。偌久去占领这个巴勒斯坦？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将这个所谓的迦南地甲占领起来。啊，占领起来无国咧？我说中间有经过真个史书咧，一个上出名的史书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参孙嘛，《霸王妖姬》迄个电影咧做的嘛，啊，我讲这历史足趣味的哈，啊，然后开始有一个最后的史书，真有良心，敢那列电费碑啊同款，伊讲咱吼12支派虽讲是自由，做这 judges 吼，啊，军权、政权拢伫伊的手中，这袂使啊。外国咱有国家啊，有军容啊，军队遮尔在济啊，马兵遮尔济啊，咱干呐？安尼12支派、12国，这哪会使？爱联合起来，所以这个有间讲的撒母尼叫做 Samuel 啊，所以外国人足济名叫做 Samuel， 大家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啊，成做一个国家。第一个王叫做色罗啊，色罗的查囝叫大毕，但是伊这个一些的人吼，诶，国第一英雄诶吼，第一武功第一大，将所有的对敌拢打败了了，就是 King David， 大毕王呐，大毕王啊，所以足侪人号伊大毕，就是大毕王。但是大毕王的囝所罗门，哦，迄坦白讲，因老母吼，迄是讲食的某，哦，犹太人无纯正的哦，是希人，阿里安人诶，这个乌利亚将军，军中的将军的某，哦，别啊。把士巴甲占来做某，占来做某，像迄个东明皇咧占杨贵妃共款安尼，占来做某生色罗门。为什么会有色罗门做王呢？伊原配某吼，某生个囝吼，阿沙龙要甲占位啊，老爸要滴了，要甲占位。最后啊，我伊将军约押甲杀死，大比伤心甲大惊死。所以吼，这个权力斗争吼，伫历史上常常会出现。啊，所以色罗门做王，色罗门做王了，伊吼老爸有留足济税金回应，去亚罗塞林城啊，去亚罗塞林的圣殿哦，啊，拢色罗门的手中去，起家税金用了了，从啊卡当税时，伊个囝叫做罗伯安，这罗伯安王吼，哦，是一个代代王啊，卡当税啊丢了加翻脸。讲税伤过重，人民吼，哦，民不聊生吼，哦，拜托，吼安尼所得税减较少咧。阮实是收入无遐济，伊讲阮老爸吼，哦，脚重税，我要比脚搁较重，互恁搁较艰苦，听我的话，因为恁拢是我的奴才嘛，啊。最后就分裂12支派，十族做以色列国，占迄个上欢迎的邦，首都叫做撒玛利亚。啊，较无欢迎的，跟他占一个宗教中心，就是耶路撒冷，迄，那个所在两族那点啊，两族底下啊，这个犹太族啊，加这个利未族底下啊，迄无啥欢迎的所在做一个，这个国家以持前后19代王啊，以持外久200几年啊，不是咧安尼占位哈，抬来抬去啊，最后。北王国上欢迎的国家，上大圣德国，公元前722年，阿斯帝国给打倒；公元后586年，犹太国被打倒。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名，就是犹太人吼，忽略到底巴比伦是咱那个经体。你这王国咯，你这犹太啊，犹太啊，犹太啊，
所以变作、Jewish people, Jews， 这个名就是对这来。以前叫做以色列咯，哦，所以因即番以色列国就是讲，哦，跟神竞争的意思，就是 Israel， El 就是这个神的名嘛，哦，跟神相应，无输无赢，或者以色列，啊，以色列，这是雅各的别名。啊，所以这个国家到底亚述时代吼，亚述的时代头家什么人？罗马帝国。哦，伊个中间有一百年的独立，叫做马加比革命运动。啊，犹太人到底这个基督教伫公元四世纪和君士坦丁大帝承认这国家宗教了，犹太人开始啊分散到全世界，和罗马人抽一遍。哦，这历史我唔免讲，是提醒咱台湾人有一款呢。既然讲到犹太教吼，小可讲一下啊，啊，予咱安尼会淡薄会觉醒。啊，底下无国啊，哦，罗马人占任到什么程度？耶稣死后吼，一代开始公元三十年左右，耶稣同定时一个死，啊，然后基督教就传开。公元七十年，因为犹太人有一个革命党叫做Jerus。混水洞，这混水洞反抗无停咯，我一直想足唔惊死哈，就像今麦这个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咁款，罗马人头壳足痛，伊出一个后来做罗马皇帝叫做泰塔斯提多的将军，我正式将犹太人赶出去，大军来到地赶出去，和犹太人袂当带家己的国土，拢赶出去，伊讲安尼就袂乱。犹太人嘛是继续反攻，退到这个希律的下疆马萨达的要塞。这个马萨达要塞最后在一两年的中间，犹太人拢战死哦，九百几个集体自杀。所以这个民族性吼，是咱台湾人学袂到。啊，赶出去，啊，赶出去，这个国家吼一半的山刷，哪有法度当蒙古？在蒙古一两千年、两千几年中间，会当在这个1948年建国？原因就是宗教。这个犹太教的意识形态，将全世界犹太人拢甲组织起来，因为因咧基督，敢若像这个穆斯林，就是咱所讲回教徒同款，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上帝、雅各的上帝，大声安尼基督，然后才开始讲因的需要，这个宗教将这个乌合之众分散全世界的民族甲组织起来，一点咱来学哦。后来我长话短讲，在迄个苦难的中间。犹太人在希伯来语有一句话，犹太人变成互相谦安的话。啊，咱知影这个犹太人，以前来讲 shalom， 希伯来语 shalom 意思是和平、平安。讲一句话代价有够大呢。台湾人长着头吼，因为咱较顾目多，惊腰叫唔敢，讲你食饱未？外国人惊死，长着头。意思讲，你身躯好无？有顺序无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我若讲我大伯感冒咧 ，I'm fine, thank you。安尼呢？犹太人唔是 shalom， 所以恁也要讲 shalom。这个 shalom 这句话就是有经过历史的考验。这个犹太人的 shalom 就是甲人讲，五万民族唔能够欺负咱，五万咱将来有一个国家或者 shalom。五万咱的出头天或者小龙，五万例外主地活在和平盛世或者小龙。哦，这个当人小长头讲你食饱未？迄拢无共哦，拢无共。后来拄只咱的总理大臣有提起一个人，我长话短讲，叫做哈佐，以色列的国父。咱知道这个以色列，伊从安尼起有较早无落时阵，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唔是杀死600万哦。六百十万，希特勒一生杀死1300万以上的人，蒋介石杀死1700万，十世纪四个大杀人魔，蒋介石排第三位，斯大林排第一位，毛泽东排第二位，蒋介石排第四位，所以希特勒要杀，无伊杀遐济，1300万左右。犹太人死寡者是610万，比当时战后台湾全国的人口搁较侪，600万人呢。所以错不会有做就是
哦，台湾金日庆新兵咧，跪趴着，佮互人独占领，啊，啥物享受青天白日清，600万民同快乐，合掌单膝表欢迎。咱这长辈捌唱过无？啊，蔡培慧做诶，啊，所以这个代志，哦，互咱深深会反省，就是因为安尼是当时50几国一两个国家，36国，我会记得毋是36国，37国赞成以色列伫巴勒斯坦建国。当然伫这个进程有好加在伫1917年啊，这个奥斯曼帝国啊，和英国军队甲灭掉。啊，咱有看出这个电影未？叫做阿拉伯的罗伦斯，哦，阿拉伯的这 Lawrence， 其实我甲恁讲，这个人足厉害，伊大声进入巴勒斯坦。然后阿联美将军甲对约旦那边过沙河啊过来，啊两个会合，所以英国人就是将这个啊奥斯曼帝国啊土耳其人甲打败了后，甲收复巴勒斯坦。后来鼓励犹太人去啊买土地，所以即马吼咱爱足小心哦。即马开放中国遐个人来遮买厝，来遮买地，来遮观光会死啦，啊会死。啊台湾有资金吼，对。会买了了，唔那买了了吼，规个拢同化，都像西藏甲新疆同款。西藏1350万人口中间，汉人占700万以上，因为本地人不过是650万。那要国民投票是温书的啊，所以咱吼，马云这只马云搞这只精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贪心啊，伊就是有一款的野心，调低个别好因的。犹太人的故事吼，会当鼓励台湾人，哦，鼓励台湾人吼，像讲天德那本册真好，啊，天泽那本册就是完全是犹太国建国的故事，啊，所以这吼，但是英国人足歹心哦，你若研究这历史吼，犹太人非常歹心呢，犹太人这个巴佛 declaration 巴佛宣言了后，怎样讲犹太人一直等于犹太，伊说反对啊。啊、反对上面迄个一件事，就是有一只船叫做 Exodus， 唔是出埃及无，叫做出埃及号的船，载一批的犹太人的难民去，唔可以就了。犹太人就革命呢，犹太人组织游击队对抗英国兵，对抗甲英国人走无路，唔是干那巴勒斯坦人走无路，宣布讲托管无效，托管无效，哦，啊安尼是，所以以色列人吼。但是足无简单嘞，足无简单。中间吼，因捌做过几个总理吼 ，Ben Gurion， 啊个梅尔夫人吼，吼，迄种英雄嘞，迄种是建国的英雄吼。这对历史来看吼，实是非常无简单。但是哈佐，哦，哈佐这个以色列的国父吼，这实是真伟大。诶，美国犹太人吼反对呢，原来英国吼闹个走无路顺，讲乌干达，互恁复国。非洲的乌干达要予因建国，犹太人哪讲？迄不是阮的祖先应允的地，上帝应允阮是伫巴勒斯坦，唔是非洲。阮要去阮的土地，哦，真，要真坚持哦。啊，所以有这段历史伫咧哈。啊，你看经过中东四边的战争，啊，今次嘛当然咱是啊无反对讲巴勒斯坦人安尼无家可归，人嘛是足可怜的，忽然间。180万的难民，因为由以色列建国了后，从约旦啊唔可以去，叙利亚啊唔可以去，吼，埃及啊都无多啊，唔可以去嘛是爱走投无路啊，吼，啊，这就是生不如死，所以这个恐怖，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穆斯林的恐怖主义哦 ，terrorism 的背景吼，哦，唔是讲因当中迄就是生不如死嘛，我不如死死的吼。啊，来予民族觉醒，我愿意牺牲性命。这款吼，这款精神，台湾人实是无。当然，咱无鼓舞啦，吼，无鼓舞像日本迄款托国代、特工队迄款方式。咱有咱的方法，有咱的这个建国的方法。后来，但我呢，咧讲民间信仰，讲到对家去，不要紧，确定啊，咱要有时间的吼，想讲要放一套这个到底台湾人的信心，语言。影响一个民族性，历史更加是啊，台湾人欠缺历史，所以因为犹太人捌历史、捌宗教，所以犹太人会出头天。啊，咱若要出头天，咱犹原得爱捌历史、捌家己历史。
哦，咱家有真济写台湾史的，像迄个哦，咱的叫郭牧师吼，伊、哦、是这方面的专门，会当帮助咱。啊，我就是宗教方面，这宗教塑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真可惜，台湾人所信的宗教真中国。哦，庙内所财神明拢对中国来，所以拢爱等于中国探老家，拢去中国进香。因知影讲时代咧变咧，嘛要去捉中国，要去捉中国。所以这点啊，互人教教教，互人通证啦。哦，啊，咱也唔知影。伊都无宗教，无宗教主义国家，哦，啊，安尼先。所以我吼、哦、大先伫要未看进前，因为我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30年前写，1981年，啊、哦、啊，所以有较久啦，哈、哦，有较久，真侪用语吼，才是啊。较唔是吼，较无斟酌，不过会当做咱的参考啊。啊，我既然是讲到语言，会当影响一个民族伊的价值观，语言会当影响民族意识。啊，所以我读几段诗来互咱听。哦，台湾人在信什么？哦，这个新民诗，所以我特工摕来，大声来看啊，台湾人足三八的，大声来看安那信怎解释？啊，这头壳歹，较咧拜金介绍啊，啊，这拢有上吼、哦，我有写这个60页，台湾新民文故事，金介绍照两张相，一个地官税无的，一个地皇帝无的啊，你甲看麦啊，这啊，就是这哈，啊，这就是金介绍啊，啊，金介绍讲伊是信耶稣，啊，我嘛是信耶稣，但是我无多人认同啊，伊的迄、那、落、个，我来读互咱听。因为都有人台湾人在拜，我才有写这个七字啊诗啊。我为着鼓舞吼，鼓舞台湾人唔通将咱台湾话甲灭记入去啊，所以我调地过写作诗啊。台湾人头壳空空，想到实在真失望。数百年吼，已作官，地搞判断力错乱，国民党走路来台啊，等于走路啊啊。独裁专制，人人知。佮制造皇帝崇拜，麻醉人心真厉害。蒋介石中国战败，政权共产党取代，600,000军民走路，台湾人开始叫苦。哦，咱就饲遮济人哈。啊，佮在足青影哦，军功搞真乱，咱咧特殊阶级。哦，啊，连你讲甚物？证书受典章，应该中国的土地，讲台湾人的税金咧退咧出啦，哦，有够三八，啊，即对来即老外，着去起厝哦，大个嫌伤细间，啊，大落去，大官大落去，拢唔走啊，哈，哦，啊，所以暗坎蒋介石流亡，就进行造神运动，讲伊是英明领袖，待在中华未曾有，哦，俄罗加德志，啊，像日本时代我所受的教育同款。三民主义做圣经，国父遗像挂头前。我甲恁讲，孙中山互人叫做国父是假啦。日本一个黄文雄先生就讲，哦，国父哦，无资格啦，国父伊是阿 Q 啊、哦，所以这裸粉，裸粉讲孙中山孙文是阿 Q 啊、哦、啊，这是这拢有，你去读历史就知啊、哦。三民主义做圣经，国父遗像挂头前。九月例会做礼拜，全国人民变阿呆啊，皇帝崇拜嘛哈。蒋介石变新皇帝，讲伊个名就敬礼，咱做过兵啊，蒋总统哇敬礼哦，袂使无礼貌。民族救星是黄河，这日就唱歌娱乐，像咧做礼拜咧啊，大灾中华，带着贤能啊，我讲个拢无唔对啊。啊，刷落去，国民党员是信徒啊，忠诚洗脑第一步。甘心做东井糟糕，一切特权因得包，保护政权用戒严38年长时间，白色恐怖无人权，家破人亡政治犯。哦，我几个亲戚伫倒关10年、15年后枪毙的哈，所以是讲到这段历史吼，所以是未好未滴。1975是专机独裁者蒋介石死。伊个棺木藏珠湖，唔愿落葬台湾土。台湾人实在悲哀，独裁者落也唔知。曾蒋介石做神拜，蒋公王爷安尼来。啊，高雄市有中德堂，拜蒋介石做英光。元帅打扮穿古装，中国大陆要反攻，有反攻无？
无影无食啊啊啊！丁飞大刀开青江，有中正祖在其中，这地皇帝无牺牲啊啊！地皇帝无夜宝剑，争做帝王无尊严啊！民主国家要咧争一身啊！所以台湾人实在是真害啊，真惨。蒋介石历史定位，学者讲法有权威。伊是二二八元凶，台死足侪人啊！二八的元凶，拜伊做神不平常。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著名，啊，伊依旧嘛讲伊是基督徒啊。我做基督徒，佮做牧师，我讲足见效，即款基督徒啊。啊，所以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生前作恶杀人狂，兼无可能上天堂。啊，所以即款人会上天堂，我当红了，我唔爱去，啊，我嘛唔敢去，我嘛唔爱去，唔爱甲你做伙，啊，畏水。啊，上天也是功德，伊会上天堂，所有歹人拢上了了啊，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吼，啊，咱去想看卖，啊，咱遮可能要基督徒了吼，啊，我足无客气，安尼先讲，即款耶稣的信徒，上帝摇头就做，做神要甲上帝平，耶稣兼会容忍伊。事实伊是罗兰神啊，客死台湾气所尽，民间无地去敬拜，真正台湾人悲哀啊！用安尼来诠释蒋介石，应该无唔对啦啊，无唔对。所以我就是先煞教台湾囡仔台湾话，啊，先煞跟他念这歌咧啊，当然啊，伫公告这一时，我确定我会安尼用一挂幻灯片来介绍台湾人信什么。哦，这上直接，伫这个进程，咱来看八仙啦哈。啊，我有写八仙啊，八仙甲台湾人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拢有图片哦，哦，这拢有图片哦。张果乐吼，哪彩荷、李德冠、韩湘子、何仙姑哦，拢总有张丽娟哈、吴东斌，拢总有吼，拢总有彩色图片伫这本册内底哈。啊，我来介绍这个八仙。八仙故事，台湾流传，不管都市还是农村，你阿姐啊，挂八仙菜，台湾人对八仙袂歹。心明信仰啊，道教所有，修道炼丹，应生不死。啊，这是这个新鲜，是的，哦，新鲜啊，新鲜信仰，道教所有。修道炼丹，应生不死，生身归真，信仰目标，人人到尾有做甚无，拢死翘翘啊！八仙虽然中国传来，但台湾话我真强调，伫台湾住三四百年，台湾话 （Taiwanization）， 但台湾话你就爱知。特仙造型拢真可爱，流传到呾本土色彩，安那刻都唔是中国型，拢台湾型啊！这咱来爱知影哈。严格来讲，八仙故事道教神话不是历史，因为故事不止特色，大人囡仔爱听到极。我咱一仙一仙来个鉴别，第一仙卢洞宾啊。台湾民间神仙信仰，忽悠帝君算第一用，有迄个仙公庙咧咧啊，有人叫伊做卢孙杨。孙杨夫子，人人敬重。民间称呼是卢洞宾，卢祖仙师也共一身。啊，文尼真佛，这道佛教的称呼；妙道天尊，道教的称呼；释道同款也咧敬尊。洞宾来历真侪传说，东条进书一款讲法，传说姓李，搁捌做官，后来看破修道上山。夫妻两口住伫山东，改姓做卢，卢就是两口啊，吼，改姓做卢，识真通。四十六岁，生身归真，魂游四海，人叫洞宾，住伫这洞内嘛，所以洞宾，杜作音符啊，百品真经，驾驶河背修身养性，一本经册，一本经册得到方便啊。认真研究就会做仙。洞宾派剑是有原因，上一宝剑火龙真人，天遁剑法所向无敌，有本事佮派低敌。
传说一遍来到长安，甲中立关啊去终南山，学道要做大罗先生啊，普度众生因要实现。台北白沙有神光庙，诸神动兵，信徒未少。在遐一暝，神光托梦啊，要做事业才会轻松。恁捌去无？啊，就是动兵庙吼。四月十四，神光生日，家家拜拜，拢有食食。八仙中间势力上大，闹热破费，毋是小可。佮讲白沙的神光庙，观光圣地游客未少。人要得到仙公庇佑，就添油香，才会报要报赏。台湾俗语实在趣味，讲起神仙也真爱钱。仙若有食，都有惊去；若有烧香，才会保庇。目沙细腻的鲁仙公，富甲天下，行路有风。功利主义、宗教现象、庙商业化，啊，达得数量。所以，逐间台湾的大庙吼，拢咧趁钱啦哈。所以，咱唔是讲反对台湾人咧敬神明，反对因商业化。哦，第一个就是鲁荣斌，第二个何神姑。哦，咱来看何神姑。女性八仙有何神姑，伊的生日正月初五，拢古历。哦，啊，原本名字叫做何晴，东条女子，聪明精英。十五岁时，仙姑做梦，梦见仙人教伊轻功，伊都毋免坐喷射机咧，会听闻教务吼，教伊轻功，食粉末粉，搁食仙桃，对呾以后，啊，拢袂饥饿，食一个山袂枵，毋免食饭，这是仙姑啦吼，无一款代志啊。若有吼，台湾人来去培养一挂仙桃，食了袂枵的，钱拢赚的拢出呢。啊！伊当得到行路会飞，盘山过岭啊，轻身经过，道行真深，一生无价，苦涩消灾，帮赞大家。传说仙姑落母所生，真有可能啦、啊！伊老母是落母呢，是落落啊，所以徛落。我恁看这个八仙的何仙姑徛只落，落母所生，好生道人带去养饲。这个因果，伊才姓何。新话讲法，咱啥拢无。啊，那仙姑早暗去万山过，一边好心养饲老母，同母一天，甲伊吊见，关中罗将忽然升天，伊都卖有皇帝吊哦。民间信仰注重消灾，信啊新鲜灵性，就请伊来。苦涩心痛，人人相爱，善男信女，靠因遮盖。哦，遮盖咱知影啦吼。三六观众，三十六观众，有何仙姑？心怀斩妖，苦涩报数，男妇老幼靠伊照顾，仙姑作法，妖魔叫苦。女性心明，台湾真香，妇女对因真有感情。仙姑通甲妈祖比拼，女权思想伫遮显明。所以道教吼，道教那有女权思想，八仙中间一个女性，吼，咱来用安尼欣赏啦，唔当讲人拢做迷信。过来第三个中立观啊，来看这个汉中立啊，啊，这吼、哦、这个故事安尼一个诗啊就解决啦哈、啊，知影因的来历是啥物？八仙中间有中立观，汉朝时代世家豪宦做官的家庭，哦，和正阳子又搁分房。独行真心也要心通，传说生日四月十五出世的时，阳光满布，道教尊称正阳帝君，升仙以前官员身份，华容真人指点神功，到处分游，学道成功，青莲剑法所向无敌，恢复瑞丹顶峰造极，啊，分游四海，放弃俗世。紫金山中修道专步，先王先父传中圣诀，成仙归真完成合法。来张果老是第四个啊，东条皇叔名张果，八仙之一是张果老。啊，通贤先生伊个称号得到以后，
终生不老，拢未死啊！啊，传说历史啊，传说历朝帝王吊请，伊拢闪避，无要入京，东武则天也要吊伊。哦，割肉不长，只有割死。伊骑白驴，日行万里。哦，这足紧的哈。那要休困就变巴去，将驴缩小，放伫底下来。哦，这只驴啊吼，会变巴去。啊，要骑就变好足大只，唔骑就落大伊落底下来。世间有这款驴吼，足好诶，足方便诶。吼，一旦变一只来哈，啊，要骑诶时才放出来。割肉做身，熬变戏法。人间问题找伊解决，帝王百姓对伊谦让，来去自由不敌所将。所以我讲台湾话有水无？绝对比北京话较水。咱咧形容红，哦，北京话是红色的，很红。诶，咱唔是哦，红红红，哦，啊，咱形容乌色的，黑色的很黑。咱讲乌乌乌，后动词、后名词、后形容词拢有吼，啊，更更加文明咧吼。后来韩湘子，八仙里面有韩湘子，伊阿叔就是韩子，原名韩湘，字号清夫，西路东兵得意地主。韩湘家世十分显赫，祖上积德，有力感激，伊自细汉仙风道骨，得到以后心怀仙术，啊，传说东兵化身教书，收留韩湘做伊地主。名姜武松啊，暗示姓卢啊，忧心教育是韩湘子啊，日时学习仙术之宝，夜间修炼动真之道，七次合格，洞宾满意啊，时机成熟，现身三境。后来李托观，这是乞丐哈，那李托观，八仙中间有李托观，乞丐款式行路拜拜。人信伊做乞丐祖师，民间流传伊的故事。啊，万家教的隔壁就是拜李托观吼，一间乞丐庙。万家教会，恁去看吼、哦，我有去调查，但是因那个翕相，遐人无啥欢喜啊，就是有这个你拜李托观啊。啊，李托观身行动飘忽，外貌粗鲁，身风道骨，头毛闪闪，皮肤个乌。白白脱脱啊，目睭脱脱啊，白白个粗，放浪形骸，魂游四海，故事真多，内容精彩。李老君捌传授道术，个人得到脱胎换骨，一片托管啊，灵魂出窍，魂游花山，老君来调，反复多地照顾肉体，七日无顿，才甲放火。哦，这是这种行为啦，哈、哦！啊，多地听见老母破病，到第六日急要倒去死啊！嘿，六日得个放火哈！啊，托管肉体就个火化，有魂无体，代志惹大哦。所以伊最后就进入去乞丐的身体，转变托管身，托管倒转找无身体，饿死乞丐身躯代替啊，救死还魂呐、啊！变托管身，拜卡大身西高变。托管生日四月初八，是乞丐了重要年节。啊，王母封伊东华教主，天官一支是王母所属，所以伊个官也是王母娘娘。这种神话嘿，哦，这不是历史哈。啊，你托管身人气袂歹，台湾社会人啊，人人熟悉啊。伊无看清逼真的人，所以乞丐请伊帮忙。啊，所以李托观的代表什么？搁较下贱的人，也是人哦，人有哪爱甲尊重，伊会做神啊。这确定会做一个结论哈。后、啊、来即马做国姑，宋朝贵族也出八仙，名做国姑，做人诸神，太后小弟哦，地位官贵。修道做仙，无论地位，所以有贵族做仙呢，有乞丐做仙呢哈。王家无道不发杀人，这款歹代国父痛心。啊，东流合污是见孝书，决心求道离开王府。啊，国父温基深山拉来，布衣学道，刻苦忍耐。时间到哈，各三分好啊。
这应该要有一段吼、哦，一段了才来拍算。好、哦，今来啊，这个将李洞宾来到山中传授仙术啊，斩伊啊，斩伊成长。洞宾看伊道骨仙气，要入仙班，特别可以。如仙问伊道在何处，国故中庸，居心不顾啊。这跟这个神宗，迄个拢同款。将如二仙在心接天，心中有道，仙气显现，传授国故，道法仙术，进入仙班，表现杰出，贵族学道需要谦卑，那是骄傲就未坚持。国故做仙，自甘卑微，仙家风范就是安尼。国故确实啊，甲人无同，仙帮赞伊，伊帮赞人，成仙以后魂游四海。地方文力甲人消灾，学法目的啊，救苦救难，这款职责啊，真无简单啊！兼善天下，使真好，做国故仙，人人娱乐。过来拿彩号，这个囡仔仙啊，囡仔型的哈啊！八仙中间有拿彩号，东条温书早就学到，清查破孤，家世不明。行动古怪，佮囡仔型啊，做囡仔生实在可爱。那托关生放浪形骸，心情破烂，别无所求。冬天穿薄啊，夏天穿油哦，这怪物啊，夏天穿油啊，冬天穿足薄，生较有可能了哈。啊，困伫雪中，虽然穿薄，身躯穿烟，酸涩较热。正卡穿鞋，倒卡无穿，新鲜小丑使怪形。所以这个拿彩号就是安尼先，这种造型吼，八肚那腰就去分食，烧酒一饮会遭烧裂，唱歌跳舞搁袂粗鲁，动作开怀人难八肚啊，钱更贵官，拖卡的拖，善向的人赚因生活。哦，这不怪嘛哈、哦，这人足爱，囡仔无样，永远未变。后来酒醉驾鹤升天，八仙过海，虽然会变，新鲜故事啊，玄之又玄。其实八仙拢有上顶哦，神宝里种拢有上顶，甲因解说意义就明哦，一个来，一杜洞宾穿八卦衣，攀剑骑马书生孤寂，读册人修道做仙。心灵改革伫遮出现，所以代表陆先陆洞宾代表心灵改革者啊。二号仙姑手也无单，徛落伫行真无简单。妇女修道也会做仙，道教女官伫遮表现。三中立官也八角星，交通工具机灵造机，上顶道家修道做仙。啊，生身归真对伊突然是张国老手提虚果，骑马逍遥啊，吟诗舞作，代表儒家修道做仙，儒道合一，伫遮表现。五韩湘子的本篇啊，骑青头狮，佫真好打，代表青年修道做仙，感化意义伫遮突然。六李托官手提葫芦，虽然摆脚，搁徛面好，所以伊是徛好的哈。乞食修道也会做仙，平等观念直接表现。啊，七做国姑手提香板，徛唱逍遥名列仙班，贵族身份修道做仙，宗教精神直接显现。八拿彩盒手提借钱。伊骑怪兽，沿路作戏，上顶儿童修道做仙，宗教价值对伊表现，道教新鲜实在真济，而且介绍不过百个，八仙每个上顶意义代表道教真正宗旨。台湾民间挂八仙彩，追求吉祥，大家拢知。那将八仙请来敬拜，信仰心理。是要伫古代，八仙信仰文化现象啊，中国背景立着思量，
来到台湾变台湾仙，四百年来已经变迁，所以伊是台湾仙，唔是中国仙啦，哈，这上要紧啊。民间八仙搭台湾话，人当台湾心不变卦，食台湾米，讲台湾话，这款精神就爱军队。中国八仙保护中国，无得为难，人就切毒。台湾八仙保护台湾，关心报道未来安全。新的故事信用研究 language surface 新的故事信用研究八仙传说不是历史，了解其中上层意义，认识八仙就真趣味。好，这是介绍八仙啦，可能咱无啥时间啦，后点钟来看对台湾的姓名八十种，一个一个甲咱介绍。但是我唔是干那叫恁办啊，尔，咱的心态爱变，即款神有好有歹。啊，台湾人未出头天，有哪甲即款的信用有关系？拢真中国哦，啊真迷信。我有哪会做一个批评？好，啊咱暂时来休困啊。一立，起来，休十分钟。You
上嘞，好，好，来大家各位学员请就坐，都唔免你就来继续开始就好，哎呀，好，好。好嘞，起立，起来，坐下，坐下，下坐。啊，这个时间就是用一挂，这过去是幻灯片，啊，这样用这 PowerPoint 哈，底下来介绍。咱要认捌台湾人的信心，就是对信用对象开始。我这种的资料是很多啦，啊，这对学生的教材看一学期都看不了，我有万几篇的这款，这是八十篇啦，啊，台湾人真有宗教心，不过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很中国。这是张天师的发明，古早时代庶民无资格拜天，皇帝才能拜天，诸侯拜社稷，就是因为张天师发明一个天公，但是伊唔是用自然的天来称呼，伊用人鬼叫做张仪，用变做一个天公，然后玉皇上帝，安尼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较正统的，用这个茶牌刻玉皇上帝，那个叫做天公。其实台湾的天公几啊个，一贯都那一个天公22啊，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尽在。一贯道就是安尼哦，简称叫做老母娘。迄日母唔是女性，是代表这个至上神的意思。后来关公伫文殊宫也咧做天公，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天灵哥上帝，这文殊宫庙代表着三经。所以拢受中国这款的神官的影响真大。来，各位，既然叫做上帝，这无当民主化，下面那张幻灯片哈，所以为着要更加具体的，就甲刻一个中国式的帝王。咱热天已经咧吹冷气啊哈，伊要两个女婢底下咧下风啊，这款帝王式的天公必然较龙傲啦啊，无多啊，玉皇上帝就是安尼生哈，玉皇上帝。这有一个问题的，咱不是只看这个心胸的教育，这个心胸背后所代表的，这都对中国来的。现在咱已经进步到大家都挂领大穿西装，台湾的心哦，永远停留在十七八世纪以前的服装了。这杨丽花歌戏那代皇帝才安尼先穿，伊袂像咱这文明穿西装挂领大。搁一项。这影响台湾人的民主心态，咱已经是一个进入这个 democracy 民主时代、民主体制的人，但是一个民主人在拜这个帝王的神，你的心理已经受束缚，真歹民主化，对不对？你潜意识这个 subconsciousness 真歹民主化，这是一个问题。我来个过，那既然是帝王，都是专灵的呢，伊需要真神是专灵的神 Almighty One， 但是帝王的神爱一个左上右上对道教，因为民间信仰受道教影响大，提五道中间的两道，南道诸生就是这款面的前八卦仪，后来个鬼北道黑面的诸事，天公观生死，所以用南道北道来代表，所以看到伊所穿的衫，就知讲民间信仰受道教影响真大。个鬼！后来，那天公既然不是 Almighty One， 不是全能的，伊爱真侪秘书来斗下手，一个管天，一个管地，一个管水，叫做三官大帝，有无？三官大帝，这个香炉吼，那是足够的哦。台南市蜀殿大天哦，更翕的哦。中迄个就是上元天官，就是咱古历咧食迄个元宵圆啊，迄个生日啊，迄个上元天官。这拢有足侪宗教记号，可能咱
无时间通分析甲真详细，哦，因为华人的一个真大个缺点，就月只三十日行一半咧，十五一半，哦，啊过长年啊时间一半，活哦性命活一半，事业做一半拢袂使，迄，那个半要安那一年第一个月，哦，第一个月一半，互神做生日就过关啊啦。所以这个尼亚这样的理论吼，就是行半啊，归有神做生日，啊做生日嘛有记号啊，来大家来吃圆啊团圆一个啊，所以圆啊个包啊特别大粒，就是上元天官上元圆啊，这个原因啊，冇查甫查某啊，所以圆啊有白色有红色，代表团圆啊啊吃圆啊。后来中元地官下坠庆赞中元七月十五，就是。下半年一半开始，嘛得搁在哦，足惊一半，啊，所以中原的孙即嘛得做红菇啊，哦，唔是普通哦，做红菇，红菇是代表 longevity 长岁寿的记号嘛，得做红菇，得食红菇，红菇过发过，啊，中原地官庆赞中原，唔是你拜好兄弟啊，哦，正统的生日就是三界公的第二个中原地官下坠，过来下华水官，加个十月十五。十月当好一月啊，啊十月甲顶一半嘛唔好啊，啊要哪解决？这吼，这内面有足侪学问滴咧。咱知即个十月哦，十全大补汤，这上好的汉药。哦，啊十月阁是完整的月，十月是台湾人传统的婚姻月的开始。十、十一、十二这两三，这半年就是台湾人的婚姻月。啊，四无人敢结婚，孤立了哈。五有差五，啊无无，较无人爱结婚，孤立哦。啊六月娶一个半年某也袂使，啊七月娶几啊某好兄弟也袂使，啊八月八丁，这有哪袂使？啊九月上食力，九月九头冬，啊若结婚若无死某也死翁啊，所以孤立个九月拢无咧嫁娶，所以十月开始嫁娶，啊十月一半，所以红姑以外。就做起来迄面菇啊，啊面菇内面阁唔是像馒头迄款面菇哦，面菇就阁做一个像妈妈的莲啊，那个通一粒，你捌看无？好、哦、有无？对啊，啥事就通一粒啦，就是婚姻月开始结婚，目的是咧传宗接代嘛，来用个面菇像老母的莲啊咧，啊结婚传宗接代饲囝，所以拢有记号，唔是讲拢总无啦吼。哦咱这个传统礼俗就是用安尼咧求平安，大家拢不要讲，我要平安，来政府较好咧，哦，来有国家较平安，不要安尼去想，啊，所以三界公上元天官赐福，中元地官下罪，下元水官界天公的秘书啦，一个管天，一个管地，一个管水，来，各位，那台湾的宗教人无迄个天文地学。伊讲地球是咧啊，地球咧袂叮当啊，太阳咧射地球诶啊，嘛毋知讲地球是一粒圆圆，天是圆诶，地是四角诶啊，所以无形中古早时咧看到日头代表阳啊，啊这个发明一个叫做太阳神君啊，天神的特色就是目睭拢三蕊啊，看到目睭三蕊诶，就是天顶诶神，三目羊阵。一只好天狗，迄天神啊，太阳神君嘛爱三蕊目睭，一日日啊，后来个鬼月，月啊，对月，女性的神，诶，天神无目睭三蕊，这是审美观念的问题啦吼，唔敢用三蕊代表一个审美，哦，安尼较水。我甲恁讲，这款神明那是真的吼，绝对红我，太阳娘娘上不行，未使当房哦。两粒星球烧崩温室的世界末日啊！啊，所以可见讲是无科学的头脑发明这款的神明在拜，台湾人的新观爱改变，才会出头天。吼，安尼分析咱就知影啦吼。过来，日本人的太阳神，查甫的，咱这位老兄哥就知。阿玛提拉斯奥米卡米，查甫的呢？啊，那较奇怪，走来台湾变查甫的，走去日本变查某的，文化不同款，所以太阳神君的想象，会发明啊，造星运动的角色也不同款，啊，安尼了解就好啊。来个鬼，
宗教人对雷神哦，伊未想讲这大气不利的知识，伊拢无。空中的单雷，就想象讲，嘿，雷公可能伊发失落，会飞哦，会飞物件，的确毋是人卡，鹰爪卡，鹰爪嘴，龟阿面，佮发失啊，发失，一失伫遮吼，发失啊，鹰爪卡。伊那是用波头波头弄擦啊，哦，再关照相，这车雷，伊若无走吼，会降死。啊，那是弄过。哦，迄马术的声就讲袂死啊！雷公，来啊边啊，这个咧，这个机啊袂使乌白摇，风神乌白摇，台湾就做风台，哈，风神甲雷公会作用。啊，雷公生得真歹，啊，雷公色啊袂歹，四那伯下面这张，后来这个四那伯啊，摕手摕两个剑啊，啊，这巫师摕一个火红袖坠。啊，最近拢在休水，所以台湾落雨啊。啊，今仔日无啥休水，所以天气就较好。这就是宗教人的想象啊。后来这个雷公社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四那伯呢？我这个里面有讲啦，雷公近视一千多以上啦，天公叫伊讲歹人，见讲拢讲死好人啦。哦，天公头壳足疼，就送伊一个帽咧。这个某或者四那伯，你要讲雷进前哦，惊先笑一个，会讲一个较喊雷啦。啊嘛无卡纸啊，啊无目镜通挂，到即摆为止要咧喊死好人啦，啊歹人拢喊袂死啊，啊所以近视要滴的哦，这四那伯伫遮摕两个镜。不过台湾的女神哦，我来甲咱做一个启示啦，台湾的女神真香，台湾的女神甲中国女神无共，中国女神拢闪闪。台湾的女性老母型的、哦、这个女性的地位在台湾是老母开始，生后生的老母那就穿到抓不住，连大家官、哦、我们在听她的话、哦、所以她是结婚生后生那个女性就女权，如果没有嫁出去女孩子那过年那没女权、哦、因为这种原因、啊、台湾人就是说，如果要做成的妇女要肥肥，不能太瘦、哦、要肥肥，眼睛要肥到碰出来，所以你唔免烦恼肥，啊，肥拢会做神，你看这肥肥，哦，好，代表福气啊，个鬼。那这个台湾历史有关的神明妈祖婆，千里眼神农尼，啊，古早时代就是等海叫你救国救人，啊妈祖近视足重，啊那是当经几多几分几秒吼。啊，伤过远就看无，千里眼啊，得去到看，看到个通知妈祖，你赶紧去遐救。天气若歹，妈祖耳光重，就叫神农尼啊到听，看北纬几度几分几秒，有人咧喊救命无啊？所以那千里眼啊，神农尼啊，就变作伊的部下。不过今仔日台湾的妈祖，这个妈祖吼，因为台湾海峡的关系，甲西隆的关系。所以台湾妈祖比中国妈祖位阶更加大，以地方河伯，中国妈祖是天妃，啊，然后地方河伯是迄个颜清飘假敖去进香去讲地的，啊，去啊讲提现代币去起的，哦，这真费气啊！但是今仔日妈祖婆的这个救苦救难，伫东海叫救苦救难的功能已经拢无呀，所以邦桥妈祖庙。西里妈祖庙千里眼神农尼无拿月牌枪甲月牌布，手提两粒金元宝，代表什么？妈祖台湾妈祖啊，迄、那个形已经变啦，伊个功能也已经变，保庇人趁钱，就大家乐甲六合彩的神啦、啊，所以提两粒金元宝变啦，啊，所以台湾妈祖甲中国妈祖完全无共。中国妈祖保共产党，制造飞弹弄台湾海峡，甲咱吓。台湾妈祖保台湾人，要建国哦，要建国。哦、所以无共哦，咱来认得清楚哦。哦，好个鬼。好来，那妈祖古早时代带台湾人平安到这个花地家安尼，安尼定居台湾哦，足济瘟疫，马拉利亚上厉害。啊，人拢会破病，吉布斯啊，死鸟吃啊，种啊有。
所以对中国登山，我那个请一身卫生司长级的神来，这个叫做保生大帝大德公，就是这哈、個。啊，所以大德公庙一定有油枪，大德公庙油枪分做几啊种，南科、陆科、个小二科，无替大上科啦，啊、哦，无替大上科，无一个上科的吼，拢有恁注意去看，哦，所以。啊，一个日本的学者，因为写这个油枪提朴素学位的，啊，就是写伊的啊，啊，恁去查，你甲查会到，啊，真正还食袂死哦，起码要个有，哦，台北的诶大龙崩的迄、那个迄、那个拢总有油枪，啊，这就是跟妈祖婆，哦，登山过台湾，经过台湾叫靠妈祖，直接要徛起靠大头公，所以两个相好甲有一个恋爱故事，哈、啊，好，过过。那台湾这个海岛交通在古早时代靠帆船啊 junk boat 啊，所以这个海洋是真危险，交通工具只有帆船靠风沙的，无今仔日才进步，坐喷射机，坐迄个推进器吼 ，propeller 推进器咧推咧沙的机器船，所以爱靠水仙船往保护，惊船人得个爱拜水仙，这妈祖庙一定有水仙。最先有五个，第一个就是三界宫的第三个下元水官的大物，哦，尧舜禹就是三界宫啦，哈、哦，有人咧讲，剩的四个拢水鬼，啊、哦，一个五祖师，一个屈原，一个翁伯，一个就爱啉烧酒，真够作诗，啊，暗时伫江中咧啉烧酒，啊，月足大粒反射伫水里，讲，哎、欸，今仔日月无共款哦。对天大来的刚来压落去要落去了月算都是离别啊，离别啊，所以离别客官王伯五祖师加一个下元水官大物五个做水仙啊，各位，那既然咱徛在海岛顶，真济讨海人靠掠鱼的生活，但是请咱记得海有海龙王啊，东西南北的海龙王底下，海龙王的兵啊，一将军级别就是海安啦、啊，啊，教官级别就是 dolphin， 就是那个海豚啦、啊，海底啊，啊，特海人哦，黑暗层嘛是这嘛是迄个上高级别，迄不是连长，迄连长级别吼，营长级别。啊！甲掠了了，海龙王变的乌，一个兵啊，或者讨海人掠了了，所以讨海人一定爱拜四海龙王啊！拜托你啦，一寡你的兵啊，一寡好啊，你啊啦，无我都袂当生活。所以东西南北海四海龙王啊，就是讨海人的拜啊。中间东海龙王上大，就是一身灵面的。好，这拢伫台南市的古庙迄个哈。台湾人真尊重这个关帝爷啊，伊安尼。台西人走路就是这样，关帝爷三教拢咧拜，佛教伫观音的边啊，迄、那个徛人爷有无？鸡那爷边就是韦陀哦，迄一定迄就是徛的诶关公啊、哦、啊，文尼金佛啊，另外一个名啊，道教叫做观想帝君，迄、哦、就无共款啦，伊第一关是迄个元帅无独独民间信用。的关公是地皇帝无哦，哦关帝爷哈，啊，迄张你阁可以看一下吼，地皇帝无有无，啊关帝爷，台湾一间真大间的庙，这间庙后来影响一个地方的所在名，或者关帝庙，关庙乡有无？哦关帝庙，啊这有闹一个笑话，因为关帝庙有一间长老教会底下，古早时代的名吼，日本时代的名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关帝庙教会，吼、哦，安尼有趣味，就是有即款后来讲，改建议讲无来改一个名啦，即摆咱就改做新丰爱啥哈，哦，伫台南近郊，所以看伊的势力看偌大，生理人拜关帝爷哈，好，来，即、這个势力也足大，北极先天上帝也七千剑打孤蛇，啊、哦，蛇或者蛇。是啊，正音都是啥？孤，那用福州来讲，福州的发音是变成鬼，倒脚打鬼，正脚打蛇，正手也七千剑，
东极法师的守护神，甲讨海人北极星的守护神，就是上帝讲收孤蛇哦。伊的故事我唔免直接讲吼，因为还阁真济要介绍，阁过。好，这是绕白啊神，这个神足歹。在民间信仰的神统中间，有哪有特务性格？就是这身赵军公，这杨上帝派来的赵卡，这监视妇孺家庭，到底你有做歹心害人啊无？讲话有骂人啊无？啊啦，冤枉大，伊拢三日打小报告一次，所以咱有一句俗语讲：赵军公三日上一遍天哦，唔通黑白讲话，正式上天述职。是甚物事？十二月当时，二世上神的绕白啊，哦，绕白啊上天述职。啊，咱坐喷射机，伊拢只有骑马，哦，特别是二世代是新马、驾马，比咱较浓哦。啊，过来神拢伊咧管的哦，这绕白哦。啊，今仔日已经秘伫亚斯罗宾继续咧监视咱，只要你那民间信仰的神男神咯，哦，亚斯罗宾啦，哈，啊，拢要搁伫咧哈。古早是造，所以这就是绕白啊神啊，特务性格。我拿你分析吼，咱得清楚啊啦。讲哦，台湾人就是这款的宗教，敢无健康？将来要建国，是不是爱小可改一下安尼哈？后来台湾人的未团结，甲这有关呢？这身就是泉州人的神，桂圣王哦，桂圣王哦，这个桂分类，这个族群分类信仰。这身就是泉州安溪人咧拜，西芳村安溪人真牛哦，正地乡安溪人真牛，淡水有清水祖师庙，证明淡水有安溪人；三峡有清水祖师庙，三峡有安溪人哦。啊，这个艋舺有清水祖师庙，艋舺有哪有安溪人？泉州这个族群分的是讲清水祖师哦，好，各位。啊，这咧，这要一身母的不肯离家。目沙病啊，心点啊，保义尊哦，保义大夫一造型哦，安军本身，各一身保义尊王，这一对啊，正地孝啊，一家病啊的人得拜，这种泉州系统神啊，这吼、哦、神啊拜伤济吼啊，族群哦，这个利害关系得冤家啊，较袂团结的哈、啊。来个鬼，后来这。这不是佛教的，佛教没这个行在开光点眼在这民间信仰的观音啦，然后梁山寺的所在，那就是泉州系统的，这也是族群分类信仰的一项啊。观音在梁山寺啊，台北有啊，那个或者鹿港也有，台南市也有，凤山也有，可以断定说啊，梁山寺这个名字对泉州来，所以这让我们大家忘记了去，唔通有款的乡愿情感，我、啊、伫台湾住三四百冬，要你什么岛屿吼，迄是真无卫生，所以未记得人本身的存在啊。甲中国这个灾大爱切断啦，那无足歹出头天啊，迄个意识形态哦，真费气。后来过来，哇，漳州人拜开漳县王，树林是漳州人来开发的，内湖泉州人，桃园漳州人。宜兰有那足济开漳县王哦，哦，遐都有漳州人啊、哦，啊，所以族群分类信仰漳州人咧拜开漳县王，来各国三山国王啊，名、哦、山、独山、基山，潮州人咧拜啊，客人有那真爱拜三山国王，哦、各国这是顺水客人伫台湾所出现的族群分类信仰。清乾隆1951年到1953年，有一个革命运动，清朝时代第一大的福康安用100,000大军来个平定。啊，福康安是清乾隆的小弟的款啦，哈、啊。伊那卖来吼，台湾早就独立建国啊啦。啊，客人吼帮战福康安呐、啊。啊，正式的人得个封作保中移民呐、啊，所以客人用安尼的做眼光呐。批评面的学生规定条写一篇文章，甲批啦。伊讲移民就是民族的罪人啦。台湾人要出头天，要反清复明啊！你要咧帮衬你，袂得啦。好一寡客人给骂个啊，迄就是真正的代志规定条吼。那像伫迄个美丽的杂志内面发表的哈、
后来保中移民十四增，即马进步到十六增哦，一年一增，十六年才轮一遍。七月二十，啊，古历的七月二十，好，足老子，家家户户拢台地啊，啊，地公比赛，台湾上老这个就是这个祭典，好，各位。各种职业有各种职业职因修五旬哦，所以庙林坑林的神明不是乌白猜哦，有伊的这个分类，这就是罗班，罗班，罗班公跟罗班社啊，啊，罗班叫做卡显神书啦，钢天书的修五旬啦，啊，这啊我吼、哦、三年前这伫丰源妈祖庙迄边看无啦，啊，甲问讲啊！恁咧罗班甲罗班夫人足水个，啊！我背倒去，我红头体去啊！哈！所以台湾的神明自信难保，有影有够可怜，刻了伤水吼，那真吃力哈！好，后来这罗班的学生啊，荷叶神书不是真太水啊，这是泥水枪做土水的人会修行，也无啊，敢那荷叶嘞，荷叶做土水的啊，罗班是做木的。这罗班笑啊，这脱水，各种职业有各种职业的修行，各位，后来连男女的婚姻的抉择者，不是媒人婆哦，一些媒人公，叫做月下老人公啊，啊，其实，即现在退休啊啦，基本上拢嘛恋爱啊，啊，不过要有人咧摆就对了哈，啊，伊做媒人先公，所以个占花啊，占花。外头拢真讲就是这哈、個，拢、啊、总有啦，只要你想得出来，拢有啊。二个鬼，后来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你无代无一个名著，儒家的名著讲的，不好又三不五一代，害死在妇孺吼，拢在生后死，啊，未生都爱栽花，这就是花公哦，这不是落地公哦。哦，下面去先去看一下，啊，这开卡可爱吼，花童哦，哦，花公摕水桶灌水。啊，花博压水，下面这张，哦，花博一只，啊，这女花童的穿正装，哦，啊，这压水，栽花换到的神，啊，啊，这台南市的开龙宫迄个，马红头体一样的，所以即马恁看吼，无像我迄个遮水，伊台南要做神哦，那像人歹做，啊，有那主心难保咧。哦，这国民党的好积德，专门查那里了，拢抓袂到啊，够贵。后来，祝生娘娘，这个祝生娘娘摕一支笔，你要生几个囝啊？伊拢无迄个 birth control 生产控制的观念啦，啊，所以爱卫生署爱抓来讲卡针啊，拢叫人生较济咧哈。啊，这个是登载哈、啊，三伯。一心也加多，啊！这个细囡仔胖一个卡汤，真功夫。这全台湾敢那一间庙有呢啊，剩咧敢那一身祝生娘娘，好，个鬼。看到这张就知影讲妈妈的伟大，我就是安尼食龄大汉的，啊，咱的后辈，咱的孙啊，拢食牛龄大汉的，啊，食龄大汉的囡仔，甲老母较有感情。哦，靠！迄个孝心啊、哦，你甲看，这真可爱，这有两张伫咧哈，两张、啊。我经一张有一张更加水啊，阿龙同款型，这叫做保家，保家母哈，饲囡仔一定无神啦啊、哦、，Nursery Goddess， 囡仔阿咧食奶阿咧忙奶哦，有可爱无啊，足、哦、可爱啊，这就是老母就是安尼饲大，啊，即卖囡仔吼。拢食牛奶大汉的，所以我不时呐看到这個，我就甲先讲，恁呐母亲节这个 Mother's Day 哈，挂一粒 Carnation， 这美国文化，挂一粒无效，哦，恁要个不好嘞，爱加挂两三粒，啊，一粒给妈妈，啊，两三粒给牛妈妈，哦，给牛母，安尼较功德。呵呵你食牛奶大汉的，敢那挂一粒咧纪念老母，迄无功德啊，哈、啊，这叫做保家无，哈、啊，有十二保家。有三十个保家过三年也有吼，台南市有吼，二个鬼。当结婚了，怀孕惊流产，爱找三奶夫人，单奶、林奶、李奶，单奶就是单情哥，林奶就是妈祖婆，啊，
啊，李奈伫台湾较无名声，伊拢有酒，哦，拢有酒，哦，拢有迄、那个，所以这是三奈夫人安善甲安泰的神啊。哦，所以台湾人唔是乌白白哦，拢真有特殊。不过你唔当口音啦，爱去釜山哥检查较安全哦。我来个鬼，啊不温煦啊，但好心生不出来，大家去做一身。叫做奔回董柱，这台北市大仁邦的这个祝生娘娘的头前一生啊，奔回董柱五万要生后生，生吼、哦、这有哪会改啦？台湾人唔通将查甫查某来成做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拢同款，拢同款，生查甫的也欢喜，生查某的也欢喜，大家拢有老母嘛。啊！全世界拢互你生后生，敢若平赢咧，即款的所在无好大哈。只敢话要冤家死吼，唔好啊！啊，所以有那爱生查甫查某，即、這个世间才会水，才有老母哦。啊，才查甫甲娶某啊。本来同住就是互人生后生的神，一生拜了那未生，后面了一生咧哈、啊。你个看，这叫做送惊神，送诸神。这是一个铁剑，您注意看，伊个手摕一个圆圆短剑，开剑短剑，哦，短柱，剑就是儿子的子，哈、哦，子，强逼短剑入去老母的子宫底，强逼伊怀男胎，啊、哦，生后生的神，叫做丧惊神，哦，真害咧，真害，啊，那生未出来变怎？嗯，生未出来咧。信耶稣啊，生不出来就信耶稣，我这个宗教不好，被保庇我。啊，信耶稣哪个生不出来的？啊，开刀。后来这真晦气哈，真济这款的神明，上惊神个鬼。后来啊，囝生出来啊，七千年牛七牛马照顾，对出世哦，啊到十六岁，十六岁拢爱拜七牛马，来个鬼。啊，囡仔几大汉，唔忙伊读册，会考到理想的学校，爱拜一身文昌帝君啦。啊，所以吼、哦，那升学的时阵啊到吼，准考前落去影印，啊，三百个是去买葱啊，烤红纸，买菜头烤红纸，葱啊代表聪明，啊，买芹菜烤红纸，芹菜代表勤勤读册，吼、哦，啊，准考前伫伊遐头前坑。啊，这个囡仔呐，逐日得去网咖拍电脑吼，无要读册。文昌帝君有哪袂保庇啦？啊，台湾人就是安尼笑啊，哪有法度？来个鬼，文昌帝君，啊，这就是王爷吼，王爷有360种，五路温心说，36温心说，啊，甲这个360温心说真复杂。王爷的造型千篇一律，目睭两粒，因为伊是欢喜，妥妥吼，啊，打两只狮仔囝。啊，这叫做求明白的对象，台湾人是唔惊神的，是利用神啊！听王爷那求明白未到，嘴手拢甲叉了了，唔是人歹做，神那真歹做。来，王爷，来太子爷，王爷庙一定有中大元帅，太子爷啊，好叫过。后来啊，即摆因为放爷吼，袂使我袂去爷头庙啊，拢集中伫一个所在。鸭头红色的代表南方，鸭头绿色的代表东方加一木，南方名定会中央无寄托，黄色的西方金身金，白色的北方金龟水，乌色的这代表五爷集中在一个所在哈。二，后来神风爷，这较容易，神风爷是 judge God 的审判神，所以神风有文判武判啊。二，各位。七爷，这第一分局的局长啊、哦，七爷啊，土子的代表伊咩啊？个、哦、鬼八爷啊、哦，这第二分局的局长，呵呵这拢有大神昂啊哈，七爷八爷哈，审判神、司法神就对了哈、哦。好来哇，这身哈、哦、三战石五条关的第阴府的阴府的帝王东角大帝哦，个鬼。这两三十五，我准备到这十殿阎罗，后边一身地藏王，地界的救主，哦，这是冰冻去的哈。
丹前哥打一个鬼，三奶派法师的修护神，来东归所树林迄个东归所骨头合葬啊，合葬的安尼个摆起来，有求必应啊！即款的名改者东归所金刀公马万神堂啊，拢是这啊。普陀宫男女共同拜人的骨头，因为灵魂的观念受道教影响，三魂七魄，这就是魄啦，魄的崇拜哈。二，动物崇拜这较容易了解啊。啊，道平庙的道平，刚的正平无的一对，个鬼。后来虎牙，达经庙拢有虎牙啊，土地公拢徛虎哦，二个鬼，这是宜兰那边。地宫啊，这较容易了解。个鬼，来羊羊啊，比赛哦，有入殿，羊角足水的啊。这伫新埔移民庙的祭奠去的啊。后来牛将军不是牛妖哦，食草啊。家己迄个牛将军庙，就我若有法度当装一只牛，装一只马哦，讲迄有灵有啥人就去拜啦。只要我敢讲，啊，你敢信？宗教就成立了，但是这款宗教观不健康哈。二个鬼啊，这是关公的赤兔马哦，关帝庙的边啊，迄只马动不崇拜个鬼，拜狗十八王公吃狗。二个鬼蛇，这是法师叫做井边啊，法师的牙嘿，因为蛇就是蛇嘛，以蛇劈蛇哈。西江啊，王爷庙拜鲤鱼，鲤鱼旗啊，好贵。拜石头，石头公，这内湖可以姓黄哦，这不是黄石公园底的啊，黄石公。主人崇拜啊，囡仔头壳顶在拜石头公，要喝油漆爱拜石头公，好贵。拜钱啊，这安平去的啊，这无真大张。后来。台湾人一个很棒的就是新维角色历史化，明明都无这款的，无这款的会存在，会这款的迄、那、落、個，啊，甲历史化就变神啦，盘古，盘古开天的盘古爷，盘古爷哈，哦，个鬼，伏羲，拜盘古得甲拜三皇五帝，伏羲、新皇五帝、尧、舜、禹、通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公拢总来哈，真闹热的哈。这伏羲八卦作诗，个鬼。神龙啊，那是乌边的代表游王哈，个鬼。黄帝哦，拢拜了了哈。过来，尧舜禹就是三界公嘛哈。后来土地公、土地伯，哦，这台湾的势力足大，伊比台湾人口较济啊。参头参尾土地公，横头横尾土地公，每一个王边啊拢一千土地公啊，有土地公一定有土地伯。初二十六拜门口，阿咧拜土地公，哦，是不是？啊，所以拜土地公，伊第有通食，新鸡随风小小，半月日拜一遍，头月就是二月初二，尾月十二月十六，啊，这种拜土地公，啊，啊，这个土地婆，南部无土地婆，北部拢有，吼，好，土地公庙啊，啊，开一个门的代表伊的新鸡上迄落，开三个门的吼。新界较大，开五个门的，迄种帝王以上的庙，叫开那济，伊的迄个位阶那悬吼，好，土地公庙啊，连私立宜兰病院，你去看，医工医保，哦，咱的州长宜兰的州长，你去看，看有影有影有济无，唔是我去的哦，哦，病院都有土地公，哦，好，来，连礼拜堂都有土地公咧顾，啊。这客庄，屏东客庄，内部教会土地公甲耶稣是好厝边哈。来，这台湾特有的文化哈、啊。好，来将鬼，将鬼就是掠鬼的迄个神哈、啊，拜将鬼的哈、啊。台北有一间将鬼庙啊，来个鬼。这六粒目睭的坐骑仙师，冲击圣人呐啊！东港王爷庙的顶冠。就是一身，哦，无所不至哈。后来个鬼，连小说角色的济公也咧拜啊。另外，
一瓮酒伫遮，咧啉烧酒，佮伊食狗肉，爱做花生，酒小刷甲写出来。这若做花生红，野扫酒头讲出来，敢若小刷甲写出来。啊，结局台湾人拢信这公，好。啊，高则天这跋筊人的守护神啊，为甚物跋筊人爱高则天？伊要七十二变。你跋筊人敢若七招温书的嘛，爱七十二招才赢。后来个过，哇！即身伫大洲埕下海城隍庙翕的，还有两身一身徛一身坐，啊，这刻了真古锥啊！啊，我迄本册内面迄个较肉麻哦，铺的小只拢无穿衫无穿裤的吼，啊，这还阁有哦，从古早到今要咧拜第八界，即款的宗教信仰的品质就无好。啊，我安尼真早就去调查吼。啊，老厂的茶暗香加起来，来酿一个酒，叫风流查甫啊，去风流，秀秀牙有这秀秀牙了哈，秀秀牙秀秀牙，脚翘翘面翘翘，波比大滴来进调啊，风流查甫来调，来空空气公公，腰肚顾我懵，暗路敢行，到尾唔免惊，爸母咪唔通听，无惊，家公的都食拍拼。警察若要取得黄色的，即身爱抓大仙啊！啊，这就是这款宗教有健康无健康，我唔免讲啊，互咱去做一个判断就好。啊，将来咱要做一个法律建国啊，这做一个儒雅文化去看就好了啊。好，好，这更加值得。我用偌济功夫去翕即身，啊，甲知影讲伊来历。孟加汉族区隔壁青山间放一身坐，即马无啊啦。哦，这起码超二十五年前翕的。啊，我甲问问讲，啊，这足奇怪，全台湾都毋捌看到这款神来迄落。伊毋我讲啊，后来我去足这边啊，提分去请伊，我都不要食分啦。啊，到尾啊，伊那阵讲我是国民党派的特务，我讲我毋是，我是读册人啊。伊甲跟我讲，伊讲这都。韩主席的角头兄弟吼，去予警察抓去掠夺官魂啦，啊，无得人囥大车啦。你搁下面搁再看，后面你看赤一尾脸，白头毛哦，摕迄个乌喙手。我讲这边来免哪穿哦，啊，这个角头兄弟的角头爷啦，角头爷。台湾人呐拜这种角头爷吼，连这都有神吼，这款宗教都无健康啦，是不是？都无健康，这种熟悉太。好。嗯。哎，甲咱见面讲宗教是信出来，都无也无食信出来，都信即灵啦。啊，啊你甲方丈蒋介石做神，你去信，啊你嘛信甲安尼戆唔戆？啊，什么像王老师讲世界末日三八啊？哦、我有跟人三叔讲，那世界末日无来，你请你请我，几啊人要请我，请我，我讲是的，安得好，唔当哄骗啦，唔是讲宗教，唔是讲我敢讲，你敢信，信则灵，啊，你得看信用的品质，信做甚物款啦。后来，你看连这嘛有信啊，台湾人足爱钱的，即身财神爷啦，脚打两粒金元宝，手搁捧三粒。佫摕一个如意，如意发财，佫发财如意啊！要过阮后来赶紧的，哈、啊、好哦。聊天顶，哦，台湾的罗宾汉也一个乌青手枪，聊天顶有够玩弄的。伊的时代无手枪啦，这乌青的是对中国来的哈，安尼嘛刻得出来的。即马巴黎吼，因为我住巴黎大概十二公里吼，即马进步个也乌珠冲锋枪啊。你去看，唔知要底阿无好，个鬼阿神仔，个鬼做西哩去看遐阿神仔，即身强食啦，拜蒋介石啦，啊，这本册有啦，各用中得等，足嗨足嗨，哎，足嗨足嗨吼，个鬼，哦，这靠道理啦，这拜公妈吼，啊，五万子孙阿高读册，只要有一张还的啦，啊，一张还在梯队打一打册。五万万主兴隆，其实哦，这款的观念无哪会改。台湾人，
大家有一个观念，你若要带着一个生命共同体，大家拢搞，哦，大家主题拢真搞，咱就足欢喜。唔通讲我搞，啊你含慢，我上搞，啊你也拢唔对。咱要未来吼、哦，要法律建国，唔忘台湾，大家拢会当出天才。伊若搞，咱欢喜，哈、哦，哦，啊伊若犯罪，咱伤心，安尼个对，哦，对，应该是安尼个对。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吼，即系带着一个地球村 global village。我来个过，当然吼三教归一啦。另外，老祖也拜啦，释迦牟尼也拜，孔子也拜啦。但是即卖已经无够看，五教大同啊吼。下面你看下哈。另外，耶稣嘛拜，啊耶稣也入庙，孔子也入庙，释迦牟尼也入庙，老哦即孔子入庙，穆罕默德。倒酒提古兰经，正酒提阿拉伯剑，这不是我刻的，我这属实的。啊，五教大同啊，吼、哦，台湾人的自信运动世界第一流的。啊，有影无影哈？啊，基督徒看到的气势，啊，伊斯兰教穆斯林看到的那气势啊。二，耶稣就是安尼生的作用，搁一生的耶稣是最后一张。啊，好来，这是耶稣。时间都到，不过我要做功能固批评的话。恁所看这的心灵，这是一个真简单，让恁了解讲台湾人在信什么。但是这的心灵真歹做，得有灵有神，咱才要拜；无灵无神，实的吼，变变一些妈祖无，我要来找北港的。恁台北的无够看，所以台北妈祖变变一个神，都有这款的分野。有灵有神才要拜。啊！你若让我明白无着，就给你刑罚，就给你糟蹋。第二，这个心明真中国，这台湾人爱觉醒，哦，真中国，论对中国来。但是咱爱有一个观念，既然来这给台湾人拜，爱台湾化较对，唔通中国化。啊，中国化就去进香啊，他闹钱就去进香，摕新台币去弘扬啊，这敢对唔对啊？哦，像迄大家颜清标、南无五位妈祖。拢提前去咧弘扬，这个台大爱挂灯，台湾人才会出头天啦，哦，是不是安尼先？所以，唔忙吼，咱爱会有一款的觉醒啊！啊，当然台湾人诶，这个宗教文化，甲咱讲一项，台湾人真有宗教心，不过啊，一项真会晓利用生命，这种功利主义啊，是投机取巧的心态，这袂使的，袂使。哦，好。安尼多谢大家忍耐啦哈，安尼。起立，起来。老卡有咸鸡汤汤食点心，大家落来去遐食。啊，明仔早起七点起床食饭啊，啊八点开始上课。谢谢大家，多谢大家。Thank you.